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打开芒果 TV 会员频道，开魔盒，畅玩真心典藏卡。本季大侦探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四的玩家将获得本季名侦探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以在两轮各投出一票，共计两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二轮各投出一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一枚徽章，侦探若两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一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六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一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两票，玩家每人可投一票， 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一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的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黄金城今日消费股涨势活跃，超能集团涨超17%，数字货币概念股集体上涨，发菜币涨超11%。你多好，穿什么都好看。有请著名服装设计师浩高地。先放一个公鸡蛋，再放入一个母鸡蛋。Excuse me, 涛，距离我们的投资干货分享会 How long time 呢？Boss， 我们好像 delay 了 one minute。 What？ 平时我们都是早到，我们是踩点来， Tell me why 会迟到呢？ It's my fault。 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期待你的 coming。 哇， Boss 你好 handsome。 Oh baby， 让我准备一下干货分享啊。哎，你这是谁？你终于来了。哎，你等我多久了？出大事了！你出事了！真嘟假嘟啊！直播真嘟假嘟啊！直播杀人了！直播杀人了！谁直播杀人了？不好了，不好了！谁直播杀人了？在哪直播呢？电脑上有一个直播，甄总遇害了。那你们看直播不是看到谁杀的他了吗？不是，没有人。有一个蒙面的熊。对。什么？蒙面的熊？那你们知道直播在哪儿吗？后面的窗户有一个时钟。哦，那就是这儿啊！打5000。哎，这不是这儿吗？这不就在这儿吗？捆绑，那就是这儿啊！怎么还两个人？那个直播就是两个人。直播就在这儿，直播杀人的就是这个直播。死了两个人，他死了吗？他这是死了吗？啊，这个人死了。甄总遇害了。这个死了吗？哎，这个还活着，真嘟假嘟啊！真嘟假嘟，给他先松个绑。怎么了？他睡着了。啊，我还活着！我操，还跑了！我还活着。How are you？ 为什么这么突然就起来了？我刚刚差点死了。刚有个人当着我的面把他给砸死了。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们看见直播了。我看到了，不来救我？这不是来了救你吗？哎，去哪儿了呢？哎呦，哎，这是什么？现场有什么？哦，有个本儿啊！这难道是我身份的证明吗？因为我跟涛刚才我们都是最后一个来的，我们彼此一直都在一起，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我就是今天的侦探，我叫张不停，这是我的助理浩不劳。现在呢是 M2024年4月3日20点10分，在发菜庄园里发生一起直播杀人案件，死者是真能行 Superbox 平台老板，32岁，被发现时死在庄园的杂物间。后脑勺有一处钝器重击的伤口，疑似为致命伤。拿那个红酒瓶砸的，我看见他砸的。我也看到了。今天庄园里面仅有你们五个人，因此嫌疑人就锁定在你们五人之中。可是他就在这儿，他也是嫌疑人吗？你们都看到他了是吗？你们都能为他做证明吗？我们在直播里看，直播里看见他了。我是这样的，你们来的时候我是被绑在这儿的。哎，那也不能完全排除你参与直播杀人的可能啊。那接下来咱们去聊一聊你们的不在场证明。我在，我问，我在这儿。你在场的。但是你晕了，对不对啊？对，走吧。今天呢，毕竟是一个隆重的场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和我的助理，我就是国际金融大鳄张不停，张不停，叫什么名字？好，他叫做 M 超不劳，超不劳，哎呀，有安全感，有安全感，超不劳，哎呀，有安全感，太棒了，超不劳，我是被真邀请来的，那么你们是为何而来呢？我们是被真邀请来听的，对。对，我们就是这个门槛比较高，今天只有我们五个人被选中了，对，去选中的幸运儿。既然呢，你们都是为了来跟我一起参加这个投资干货分享会，那在开始之前呢，我还是把我的干货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太干了，哎，干货了，又干又上火呀，这是。谢谢。什么东西啊？你能不能大方点啊？你作为一个大鳄，您是做这农家乐大鳄的吧？你好歹你一人一包，你一人一把，算怎么回事啊？从破袋里掏出来的。对，我毕竟自己还是要留一些看家的干货。太干了，我。那就自我介绍一下吧。姐的人生没有躺平。每分每秒都在前行，新的瑞拉是我的本名，永不放弃就是我的命。我跟真是合作伙伴关系，您又非常有名。他是超能系列产品的代言人啊，帮我们带货。等于说你平时带货的平台就是这个真能行的这个超能。对。OK。我叫何不凡。何处不凡呢？处处不凡啊！我是一个投资顾问。哎呦，找到了我，你就简单了。你只需动动你发财的小手，这泼天的富贵就会泼向你。哇，那你们同行哎？哦，不一样，他是大鳄，我只是打辅助的。我是顾问而已。对，你主要靠大鳄嘛。我跟真的关系就是我们一起搞钱。啊。问各位一个问题，哎，不管您是多么有品位，多么有钱，请问晚餐不能吃什么？午餐。说对了，这个非常棒啊。但是我要跟各位说的是，我的眼光是不一样的。你们看到的是海绵宝宝，我看到的是什么？嗯，我看到是一块冻豆腐。嗯，你看看，每个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你们看见的是一块牛粪，我闻到的是松露。哎呦，所以说我的眼光鼻子不好，我所有的人都因为我的美食而来到我的店里。我是金饭碗的第8代传人，大主厨，名厨。那你名厨，你为什么会来投资干货分享会？因为本身我名厨之后呢，家里头
特别有钱，然后投资了一些东西，是这样，也是投资，对，因为要把整个家族事业扩大嘛，是这样。好的，嗯。有人看海，有人被爱，有人转身就离开，但是我不一样。只要你上线，我就一直在。我是驻扎在你们心上的网管，网管，驻扎网管，心上人。他是一个很厉害的陪伴主播。对。但你这个陪伴主播也是在这个超能平台吗？是。啊。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下一位，这个所有的高定都是由我来搞定，我是只产生美，但我不做美的搬运工。我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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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的高定设计师，浩高定。你高定还是子定？你给我说，好像是子定，看着是子定，反正。我跟你说，你们有一些人穿的其实是我的高定。哦。谁有这个荣幸呢？这可是我自己花重金买的一件高定，不会就是出自你的手笔吧？穿上这掉毛掉的直不了直打鼻包子，是不是？破破破破破破破！你刚刚说那个外套掉毛的肯定不是我的。我跟死者就是有一些千丝万缕的关系吧？能说吗？我们就是有一些商务的往来。跟我来，他穿你的高定，对，因为大家都想穿我的高定。那你今天来这儿就是是为了你的本职来的，还是也是一些投资上的想法呢？投资上的想法，要不然我不能来找你啊。我感觉我们都是这样，都来这儿想发展事业。您太低估自己了，我们都是为您而来的。你在我们眼中是大明星，这来这儿都是为了向您学习。对啊，跟您学习怎么长不停，怎么套不牢。我们根本没想到能摊上这事儿，就是来赚钱。那么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直播杀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吧。差不多八点的时候啊，我的电脑就弹出了这个手机直播的这个屏幕，然后呢就是他的镜头，他整个人是刚才那样被绑住的，是晕过去的。对对。然后就出现了一只熊，这个熊呢就咬他，咬我，然后扇我，对，然后他把他扇醒了。扇醒之后呢，机位就发生了变化，就开始对着针。他对着针之后，他就把那个手机这样放到了那个支架上，然后时钟后边是八点。嗯，这个熊呢就对着那个镜头拿一个那个酒瓶子，然后就做了一个抹脖的动作，然后他又走到了针后面，就啪一下，然后针就这个时候他又出话了，然后就听见他这边有一个咣当一声。对，那我就不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听说的这个内容没有一亿，没有一亿。这熊大概身高多少，你可以描述一下吗？我觉得是比我坐着高。我看到的画面是这样的。对、啊、没错没错，是不是比我坐着高？对对，我作证。他也比真坐在那儿高。既然你们都是在各自的电脑上看到弹窗，那么你们看到弹窗的时间点应该是非常准确的呀。对对啊，八点，就是八点。你们在直播里边看到的那个他的那个钟，是跟你们电脑上显示的时间是相符的。对对。我四点钟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在外面草坪集合，接着我们摁响了门铃，大门打开之后我们就走了进来，穿过了这个草坪，他就出现在了这个庄园的门口，然后他就非常的大气和洋气说 Welcome to my big house, I'm 大发财。打开 house 之后是大发财先迎接的你们。大发财就是真哦，而且我今天到这儿我才知道大发财是他。对，然后我们就进去了，然后就各自分到了不同的房间。我七点的时候去找他了，哦，然后七点半有人敲我的门，我就打开门，就一股烟雾过来，我就晕倒了。不是七点半是在哪里？七点半在我的房间。我在醒来的时候就已经被绑在了一个椅子上，有一只熊在扇我。你的人生好精彩啊。
但是你当时那个角度能看到外边的钟吗？首先第一点，我晕晕乎乎的。第二点呢，他站在我前面扇我，我是没有办法。哎，我看几点了，我其实顾不到这个。所以就是表面上看，他现在醒来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八点，应该是八点。对，然后就过去拿一个酒瓶子，砰一下，然后真就倒下了。我刚在惊魂未定的时候，他又冲过来抓着我的头，在墙上砰撞一下，我就又晕过去了。特别大一包，你摸，特别大一包。包在这儿呢，包啊！再醒来的时候，一群好看的人类把我围住了。哎呦，一定不是你，我觉得你受委屈了。你们再说一下最后一次见到死者是什么时候？我四点就在这儿集合，见到他之后，然后拿了房卡就回房间了。就四点之后就没有，就一直在房间。嗯，我最后一次见到死者是在下午的16:40。你4:40见他了？对对对，我见他了。然后我去他房间聊了点私事，后面就没再见过了。后边没有。后边你干嘛了？后边咱们就在房间里等着分享会开始。哦。我是4:20跟他见面聊点私事，后面就在屋里待着等着分享会开始了。这么说大家都是排队的是吧？我是5:30的时候跟他聊了私事。老人好忙啊。他是每过一会儿聊一会儿哈。对，就只有你没去。我没去。那你有点问题。我？对，哎，那你去。我跟他没事，我找他干嘛？我是来赚钱的，我认真听我的分享会，我跟他聊什么天啊？如果你们四个人都看到了20:00的直播，且在20:01时相继出门，假毒，直播杀人了，甄总遇害了，你们四个人是不可能有作案时间的。而同时，何还被绑在杂物间，且你们亲眼目睹了他和熊的出现，何也不可能是凶手。那么杀人凶手就不可能是你们五人，只可能是逃走了熊。但是现场只有你们五个人。这里面一定还有秘密，或者你们之中有人撒谎了。我们需要通过搜证来看看能否有所进展。咱们就分组搜证吧。好嘞。第一组是我，涛不牢、何不凡、浩高定。然后第二组是大主厨、熏象人和辛德瑞拉。好的，开始吧。好，走。Yes sir。第一轮现场搜证，几名玩家分为两组轮流取证，限时10分钟。暗暗神器，来来来，神秘的规则。外星人电电电解质，请各位念出外星密语，点亮充电站，抽取有阿外舞动 buff 的外星充电机，赢得奖励吧。外星密语是：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帅气，来吧。您来，您这富豪的大富婆，看看是不是有 buff 呀？谁走边了？我是七，没有人有了。好，好嘞。我拿边上的，那我那边上的，来，一人一边，看看我有没有那个 buff 哈。哦，我没有，我也没有。哦哦现在的 buff 来了，有点天选啊。对，封神的前兆。行，那我们开始吧，来吧，去吧。走吧，我们去搜证吧。来吧，朋友们，搜起来了。一开得胜，指定能行。我去看现场啊。这个就是那个熊吗？就出现了一只熊，走到了针后面，就啪一下。
瓶子砸下去，他能确定这个东西就能致死吗？哦，一喷即晕，一股烟雾过来我就晕倒了。局域网入侵程序，该程序可直接入侵局域网内所有电子设备，并实时同步内容。哎，侦探呢？这儿呢。哦，给你。我在想，咱们过来才十分钟，如果一个人被一个酒瓶子砸后脑勺开瓢的话，那流血十分钟能致死吗？嗯，现在是8:10，这是一个四面钟，它可以转吗？啊，这有梯子，哦。不能转，不能转。102，我去102。何不凡的房间。这金元宝这必有东西啊，这都不用说了，咱就是说，啥也没有，完蛋。哦，哦，哇，滑雪，又是骑马，就名门贵族，有点这意思。黄金大学毕业，纳摩德办法呀，大学，真是大学生呗，这意思就是炫耀了。哦，哇塞丸。吃了哇塞丸，身体哇塞，肌肉哇塞，精力哇塞。我叫何不凡，处处不凡。啊，真的很哇塞。请何不凡先生为超能 box 的投资的股份，近期3年，真能行。我到欣欣这儿来了，103。来到了 Cinderella 的家，来查一查喽。时间折叠，超能生活 ，Cinderella 超能服，这就是超能丸。哦呦，他看了不少片儿，《终结者》《阿凡达》吗？《异形》卡库隆，国际知名导演，你是我唯一的神。再找找，嗯，哎 ，Pat， 我是大八卦。病例我都有呢，辛德瑞拉急诊患者患有癫痫和斑秃。搜搜真的办公室啊。第一次创业的项目。发财币项目，真搞了好多个项目。超能 box 平台发财币，币圈大佬大发财，真非常的大气和洋气，说 Welcome to my big house， I'm 大发财。就抽这五个人。小飞象，小耗子，小豹子，小猫咪。哎，这不是我的搜证必备外星人电解质水吗？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搜证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喝一口。
好电话。哇，保险柜，哦，红魔石铁保险柜，这得他自己才能打开。那我们要把它搬过来。我们把死者搬过来，搬过来，搬过来不就开了吗？我去大那儿看看吧。哦，你揍我！哇塞，咱俩这么揍，当面揍我，我现在就在这儿揍我。哦，我都从这儿进的。那你这事儿就直接问我呗，咱们都不用审讯室了。哎，我领您去我房。哎，您看看那箱子，您看看那抽屉啊，都是我东西。这是门是吗？对对对，都进来了。嘿，哦，了解。看电脑里有啥吧。电脑里好像没东西。大主厨，这是你的什么 PPT？ 天哪，你跟卡窟窿认识？对呀，你知道谁是卡窟窿啊？那是我偶像。嚯，你知道卡窟窿以前叫什么名吗？叫啥？叫地漏。哎呀，真是烦死了。好。超能餐供应合作协议，甲方是超能 box， 法人代表是真。你这个东西看起来都很正常啊。因为我就是一个正常的，顶多就是偷工减料。What？ 你的时间还有三分钟。我看看自定它是个什么材料啊？哇塞，累了吗？不会是植入吧？真是累了吗？累了充充电，来一瓶电解质水。抽屉，哇，你看看，哦，好高定，获得了新锐设计师奖，犹如一匹黑马。哦，就是说他是高定。这能打开吗？哎呀，他有什么东西啊？哦，这样的，真站在旁边，再翻翻吧。没有东西啊。沙发垫。Pad。超能服，打死不改版。超能服，我揍他十拳。然后来一步一步的。超能 box 年度最佳陪伴主播，嗯，还得过奖。嘟嘟嘟嘟嘟，哟。电脑，哦，这么多语音包。走路一定要小心哦，你已经不止一次撞在我心上了。哦，这个人有点东西。真哥，您现在不仅是顶流企业家，也是我的人生指南针。哎呀，哎，他怎么有这些东西？这个人不简单啊。你的时间只剩最后一分钟。哟，愈来愈好计划，预制菜。这有一个 U 盘，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这个音频是 WSW 的受害人。是的，得让他付出代价，绝不会放过他。WSW。倒计时开始。哦，找手机。九。大佬，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五。四。陆阳伯。三。妹妹，游戏不是这么玩的。一。搜证时间到，请玩家离开现场。离开这儿喽。获得外形充电机的玩家，可继续搜证99秒。这个是直播画面。
时间到，请离开现场。第一次集中推理，根据搜集到的线索完成推理。来吧。他和何是合作伙伴，何是投资顾问，然后这两个他是名厨，对，这个算是什么？子敬。他俩比较像，他们是那个平台上的主播，但是他有另外的关系。心算是他的那个代言人，算吗？那就这样吧，请他们进来。好，从何开始。我吗？好的，代言人登场了。他绝对是真的代言，而且一进去之后，就在他的房间有一个特制的礼盒，就是超能集团的这个系列产品。这上面写着"超能 box 代言人 Cinderella"。嗯，然后呢，这个礼盒呢，这上面写着"时间折叠超能生活 Super Box"。这里面有系列的超能产品，其中包括呢有这个绿色的这个超能丸。什么？这是精灵球吗？就决定是你了，皮卡丘。少上点 B 站吧，怎么知道这么多东西？吃了超能丸，力气使不完，能量用不完，精力花不完。999刀每盒。到这儿了还要做宣传？对，一定的，这是我的工作。嗯，还有超能服，这个超能服呢，包装还是非常专业的哈。拿出来之后是一件巨沉的衣服。没错没错，这件衣服冬暖夏凉，只需要1999每件。还有呢，就是各种的这个卡。超能餐的配餐月卡、季卡、年卡，直接说一下这个年卡24000刀，非常划算了。你们月卡是3999，季卡是8999，年卡只需要24000。年卡只是朋友们，心动不如行动哦。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超能 box 的这个平台啊，它不是一个直播平台，它是一个购物分享平台。哦，它有自己的流通市场和商品交易市场，有人有钱有渠道有买卖，听起来就很厉害，对不对？是的。这个时间折叠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能把时间是我们平台的理念，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励志的，其实是跟他在这个超能 box 平台上成为代言人的亮相方式是有关系的。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视频建议大家觉得生活失去动力的时候多看看假面女郎。21天暴改减重50斤，水桶腰变蚂蚁腰，大象腿变酒杯腿。不仅如此，还能1小时背完1000个单词，2小时看完1篇10万字学术书籍，每天学习20个小时，上镜前通宵 city walk 到第二天上播。他怎么感觉都不休息啊？无数网友都听到假面女郎的真实长相。时间折叠，超能生活，让我们一起期待假面女郎2月22日正式入驻超能平台，首次见面，成为平台全球首位代言人，跟超能用户分享自己更多的超能生活细节。时间折叠的意思就是它的时间不是按照我们这样平滑的，它是折起来用。啊，就是它1分钟能干10000件事儿。就不休息。你为什么要戴面具啊？我涉足于主播行业之后，发现这个行业就竞争太激烈了，那你总要找一点自己的特点，所以我戴个面具，短时间的就让大家记住我这个人设，所以我这个号一下就火了。嗯，他非常喜欢一个国际大导演叫卡库隆。卡库隆。卡库隆是他唯一的神。对，他天天在研究卡库隆的作品，包括但不限于
异性。啊？啊啊！终结者。嗯。阿凡大妈。他其实并不满足于自己现在的身份，他还是希望可以登上大荧幕，特别是跟国际大导演合作。因为我从小有一个梦想，我就想当演员。我去考了这电影学院，没考上。那肯定。没考上之后，我就想。那肯定。嗯啊，那肯定是不对的啊！对对，没事没事。您的故事只有您自己，来，您说啊。后来我就赶上了直播风口，我觉得曲线救国也不错。我万一我这知名度起来了，是不是对我当演员也有帮助？是，哎，我就开始从事这个主播的工作。还是我想往演艺圈走啊。卡库隆导演突然间要选新戏的女主角了，嗯哼，那我的机会来了，这不是我从小的梦想吗？我就找到了他身边的这个选角导演，我说能不能引荐我一下？叫 Raymond Cobb。哎，后来就反正就使劲儿吧，然后就到了这个面试的阶段。请具体讲一讲使劲。怎么使的劲儿？往哪使劲儿了？让我们也学学。我这有使劲的记录。瑞导，我真的很想拿下这个角色，我还自己写了10000字的人物小传，使劲了啊！努力的。卡库隆最欣赏像你这样有 strong powerful 的演员，等我的好消息。半个月之后，2月15号 ，Raymond Cobb 说：“明天 free 吗？线上面试。”明天 free 吗？好像这个用法也挺奇怪的，是吧？免费嘛，那不免费嘛就。后面你没听见吗？说啊什么 ？Raymond 跟他说：“我给你透点消息，你接缝。”接缝。接缝缝。安德缝。通了10分钟加13秒的话，挺长的。哦。那天他没有办法亲自来，但他可以跟我视频。嗯。我演了一段之后，导演一拍椅子，上来说 good I want you。 还有福瑞卡空回来说，我真受不了，到底给三天晚上 call me Raymond， 我给您接缝去了。你在缝上吗？接缝。因为人家也是大制作嘛，说肯定还会有其他的人选啊，他们也要考虑。然后为了公平起见呢，他又弄一个训练营。这个训练营呢，大家要进去集训，差不多半年的时间。训练营的费用是100万。3月23号，辛德瑞说，100万刀转过去了。哦。4月6号，我准时进训练营。未来的 superstar， 我们一起冲击卡斯卡。这个面试完之后，证明我有机会嘛。后来我左思右想，我说甄总，你能不能给我半年的假期？万一我在这里边混出来点小名堂，是不是回来我再助力平台一把？他就说想都别想。我就自己在家琢磨，我说我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我把我自己搞臭。前一段时间有超能平台的一个爆雷事件。哦。我们不是没听说。起因呢跟 Cinderella 有关，它是一个论坛的一个截图。哦吼，找到了。 Cinderella 有一次直播的时候晕倒了，传言他就是因为长期服用了超能丸导致了癫痫和半秃。在他的 Pad 里面有一个留言，小护士，他添加了大白花，但这个小护士非常的明目张胆，他的头像写明了叫小号，不知道是谁的小号。我天，你留言那个事儿不会是真的吧？当然啊，他就是被送来我们科的，病历我都有呢。辛德瑞拉女，然后急诊，问诊的时间就是今年的3月12号，诊断的结果就是患者患有癫痫和斑秃，建议定期复诊。小护士跟对方的聊天这个截图是在他的 Pad 里面。我自己爆料自己。对，如果我这个号不再有吸引力了，他一定就会跟我解约。所以我在家饿了自己2天，然后我就直播，直播我就吃了那个超能丸。
结果我就晕了。晕的同时呢，那天上面的灯呢打得有点亮了，照到我的头发了。大家就说我就是有这个病，有癫痫，有斑秃。有癫痫斑秃。然后我就想，哎，太好了，这我终于就崩了嘛，然后我终于可以解约了。你现在你找缝呢就有人这个发出疑问，超能产品是否真超能，超能丸是否是超毒丸，于是就导致了超能平台的股价大跌。没想到这个舆论的走向是导向了超能丸有问题，他们没有觉得我身体有问题，他们觉得你有癫痫和斑秃正常的，是药的问题，是那个超能丸。但是这样就直接是影响了平台，然后甄老板就找我说不行，咱们俩必须得出去澄清。平台负责人甄能行和代言人 Cinderella 举行了记者发布会，反转了舆情。我就趁此机会，我就说澄清没问题，跟我解约。他说那没问题。所以我们就开了发布会，他就用四个字来评价这件事情：我要飞升。飞升修仙了，这是。我就想当演员，那我的机会来了，就想解约去这个训练营集训。一切正常之后，我就开始等，他迟迟不提解约的事情。然后我就去找他了。他找了之后，就留下了一段这个录音。想走不可能，我都帮你赚了这么多钱了，我退一年的底薪给你，你跟我和平解约。妹妹，游戏不是这么玩的。这一段话我经历过，就是妹妹，我当时就是这么聊的，没事没事吧。什么时候呢？这段录音？3月27号。因为他4月6号就得去训练营，然后呢，老板不放他走，而且还骗了他。所以呢，完了就杀了他。这不至于，这不至于。你要成为杀手之后再成为大演员呀？你谁成为杀手之后还能成为大演员呀？双重身份，看出来。好，这是新的故事，呦呦呦。好，下一个就请这位，就是我。对，哦，我去的是大的房间，我先打开了大的电脑，哎，然后呢就是他的一段介绍。确实呢，如他所说的啊，他很厉害，他这有各种他获得米奇奇这个证书啊，什么奖章啊什么的都是他的。 Yes sir。 哎呦，然后这个是他的大主厨的介绍，是皇家金饭碗第八代传人，从王的厨师到厨师的王。厨师的王，哇哦！有一件事情让我对他刮目相看，我非常想跟他成为朋友。因为他是国际名导卡库隆黄金城用餐唯一指定饭馆。我跟卡库隆是好朋友啊，因为卡库隆有回去我的这个餐厅吃饭了啊，他非常的喜欢，他说 good good， I want you。I want you, good good, I want you。 拍椅子。我有的顾客呢，医生让他吃海鲜，但是他就是不爱吃海鲜，我怎么办？我让一堆小猪跟小羊在海里头学游泳，让再给他做。所以说我们家就是对顾客非常的好，无微不至。所以说我有了这个卡库隆都在这儿我吃饭的这样的美誉啊。能再颠一点吗？然后接下来我看到了一个愈来愈好计划，这应该是做预制菜的。这个也是他的一个 PPT， 有好卖、好吃、好快，上面还写了翻台率乘以10。啊，所以你是要在店里用预制菜了是吗？翻台吗？翻台，对对对。没听说过米奇奇餐厅用预制菜的，就他叫米奇奇嘛，不叫林嘛，对吧？那是郭麒麟嘛。然后那什么？我为什么会有这个预制菜啊？这是因为我跟着时代走，
因为我看了很多这方面的营销啊，上面写着说年轻人的新大陆叫做预制菜，下一个万亿的赛道啊，对。然后后来我就学会了这些东西，其实我是适应时代的啊。他不光适应时代，他也迈出了这个脚步，因为我发现了这个超能餐供应合作协议，甲方是超能 box， 啊，法人代表是真，乙方是大主厨。然后乙方为甲方提供超能餐，甲方呢有意将超能餐纳入超能 box 平台，并认可乙方成为新赛道的代理人。这个事情发生在2022年12月。所以你在这个平台上是卖预制菜的？对，要把我的店发展大一些嘛啊。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东西要卖的更多，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平台叫这个超能 box， 然后我去那儿跟真推荐说我能做这事儿，然后他就让我去做这事儿了。然后有一个公告啊，来吧，看看手机里有什么玄机。2023年4月1日，超能 box 它要限量发售发菜币1000万个。该虚拟货币可在平台范围内自由交易，或直接购买平台内所出售的商品，币值涨跌符合市场交易逻辑。发菜币它是超能平台的这个虚拟货币，可以在超能 box 上面买东西，因为它这个平台上有人有货，有钱的流动，所以呢，它除了有实体的刀之外，它现在把数字的货币引进来。我估计大可能买了很多，他用这个方式来赚了钱。因为那阵儿我不是进了咱们这个招能 box 之后，真当时拉着我说咱们一块炒币，让我成为这 B boy。Yes。后来就是我把我投资钱都往那边搁，然后就发现真挣钱呀，就特别高兴。啊。在2024年3月14日有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来自于巴巴网，就是扒皮子扒啊，巴巴的啊。超能 box 全线爆雷，网友直呼超能坑的，继超能玩后超能服超能餐被同时爆雷，多名网友晒出住院单，指责吃了超能餐腹泻拉进医院，然后下面一片那个恶评啊，假瓜少吃，小心拉肚子，嫉妒时别家面不全非。哎，这不是一片恶评。对呀、啊。哦，这个是好像是都是替你说话的。什么替我说话？就是说还原事实好吗？还原事实。哈哈，还原事实。等会儿我先打上点乐啊。这什么意思啊？这个爆雷了。爆雷，那个雷能劈到我吗？我是八代传人。因为它不预制菜嘛、对吧？就是保持时间，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但是有一些时间上的差，它就保证不了。可能有人就是肠胃稍微就是说比较脆弱了一点，脆弱一些，他就拉肚子。后来拉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排起了队叫拉拉队。就没辙了，他们一帮人那说我，然后甄总就过来了嘛，就开始说你只要质量有问题，你就要赔我钱啊。对，他找你要500万。我为了缓解这个事儿，我得着呗。然后后来，不能拍我嘴。有人买水军啊，然后就去上网上去把这个事儿给圆回来。对，就那有一些人买水军。啊，所以下边都是替你说话的。对，那他就原谅你了是吗？真就不找你要500万刀了是吗？要啊，他得他是点人嘛，那要不然那还得杀，要不然能死吗？对呀，他管我要啊。我先还他300万啊，因为我还有积蓄嘛。我就说剩下那200万啊，现在咱们那个发财币形势大涨，我就说嗨，我拿钱赚钱，您就再给我一月时间，我多赚点钱，我还能再给你利益，就这么点事儿。然后就是一个预约详情的这个信息 ，ID 是大发菜。就跟发我们这8点这直播这事儿是一样的，他突然间就收着了。对，和他也有这个，我也有，
就是弹窗的那个明天早上预约。是我们今天突然一下收到了这个邮件，不知道谁给我的。他就相当于隔空投送，投到手机上了。他预约时间是2024年3月31号，那然后操作时间是2024年4月4号9点钟，他要抛售发财币500万个，就是明天他要抛售是吧？对，他抛完他就套现了，然后我们手里的就不值钱了，贬值了，我们就锁死在那儿了。比如今天你们得知他明天要抛的话，卖给别人，你们也可以卖。对不起啊，他预约的时间是明天开市的那一秒钟。对，因为今天是停市的，周三不交易。哦，今天停了。今天停市。等于他明天一开盘，他抛掉500万之后，唰，价值就下去了，所有人手上的钱都不值钱了。但是他死了能影响他的这个交易吗？能影响，因为那个交易是必须你要确认一下的，他没有密码什么识别啥的。对，如果他没有做那步的话，我们还有机会，那个钱还在。所以其实就是说，你们今天除了杀了他之外，没有任何办法阻止你们手里的财富贬值。对对对，这个是你们所有参与炒币的人都会共享的一个杀机。对。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要卖他这个币，为什么就这个信息是公开的呢？他其实想引起我们大家都对他的仇恨。杀机，强化杀机。下一位就请咱们的，好的好的好的，子定，子定同学，去的谁那儿？我去的是呢勋上人那儿。哎呦，勋上，你勋上勋上人，勋上人，你还升级了，你还超级加倍。第一个呢，哎，我就不小心发现了一张车票。哟，这个车票呢是从青铜镇到的黄金城的，不小心发现的，多不小心。这个车票的背面呢，它写的是来了就不会离开，托尼勋要留在黄金城。他其实不叫勋上人，他叫托尼勋。托尼勋啊，你原来是不是在干一些美容美发？因为我从小在青铜镇呢，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比较能说会道的，但是没有什么工作机会，然后我就觉得要去大城市发展，就来了黄金城。到了黄金城，我发现我可能也只能干这个洗发助理的活儿，就每天一直在给人洗头发，所以天就光光陪人聊天，然后让人办卡。他说到他比较会哄客户开心，这就我不就搜到了吗？他拿到了这个超能 box 的年度的一个最佳陪伴主播的一个奖。这个奖杯是甄老板亲手发给我的，因为我比较能说会道，所以我就在这个平台上做了一个陪伴博主。他可会了，他有一堆的语音包，早安语音包、暖心语音包、加油语音包、心动语音包，来放给你们听一听。我听的时候我都受不了了。眼睛还没睁开，就想听我说早安吗？快把眼睛睁大，我就跟你说早安。要睁多大眼睛？哎呀！谁呀？你又说啥了？别听他瞎说，你多好啊，穿什么都好看，干什么我都喜欢。你难受吗？今天的你真的很棒哦。走路一定要小心哦，你已经不止一次撞在我心上了。哇，
所以呢，他们你看有卖衣服的，有卖这个药的，然后有卖吃的的。我呢就在这个平台，主要卖的是语音包，情绪。还有那个心上人的守护 VIP 群，粉丝挺多的，有999家人。小飞象说好 emo， 心情好像跌进了海沟里。直播可以看到熏熏跳舞吗？然后熏象人说必须安排，必须炸裂，这不就来了？哦，怎么炸裂吧？跳舞的。这是什么东西？你没有看出来它是一个擦边的视频吗？一直在擦边。擦边的，他擦那个画面的边，擦边。救命啊！真救命啊！真。你这属于诈骗吧？他们说想要这个擦边边视频吗？哇，那你那边粉丝都是喜欢幽默的哈。对，粉丝看完之后就已经不行了，说要给我氧气瓶，非常喜欢。然后呢，在这个群下面呢又开始聊天，说今天会有链接上新，帅宝美宝期待一下 top 级别的聊天体验吧。然后大家就在下面说了，哇，快快快，抢到势在必得。但是我想问，这个链接是什么链接？因为太火爆了，就卖语音包这个钱已经满足不了了，还想挣更多的钱。嗯，让他们集体的买，谁买的多可以得到一些私人的这种聊天的时间，就是单独发单独的语音聊天。哦，开始单线联系。他的那个房间有一个巨大的一个黑 box， 打开之后发现他有10台手机。嗯，每一台手机上面都写着分身有数，超智能 AI 帮你自动接听，超逼真 AI 语音聊天系统，证明他拿10个手机用 AI 在跟每个粉丝在聊。就是所以陪伴的根本不是他，不，是一开始自己，后来实在陪伴不过来了，然后这钱呢挣太多了，然后就想弄10个 AI。模仿我自己的声音去接这种单人的这种服务，那都是假的，假的，这骗人呢。那接的人以为是在跟他聊天，接的人对，真的吗？但就是贪婪了嘛，贪婪了，你贪婪。然后呢，我又翻到他有一个东西，哟，是跟真能行的提成协议。甲方是真能行，乙方是熏上人。一，乙方将通过个人的渠道为真能行所持有的平台引入发财币的客户，他其实就是一个托儿。然后真能行能够根据熏上人引进的客户的实际的购买的金额进行不定期的清算，所以他就可以提供熏上人10%的这个返点。再兑换成相应等价的发财币，汇入到了熏上人的个人账户。这是在2023年3月25日，他们俩签了这个提成协议。等于我比如在聊天过程中，或者在平时推荐大家买这个发财币，然后告诉比如这币能挣钱啊，怎么怎么样。如果有人买了，他就给我提10%，但是他不是给我钱，他给我币。然后我就打到了我这个平台的账户里，我已经攒了很多这个币了，虽然我可能自己没有买过。后来我发现他跟真能行有一些聊天记录，熏上人是这么说的：真哥，您现在不仅是顶流企业家，也是我的人生指南针啊，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新的风口可以带我这个小迷弟。真能行说，哎呀，客气了小老弟，风口倒是有的啦，怕你催走。然后熏上人说，有哥做大树，谁敢说声诺。然后真能行在2024年3月21日给他发了一个信息说 all in， 然后他立刻就 OK。 真能行带着他炒币了。对啊，而且他还 all in 了。
而且他非常的崇拜，真的行。是因为推荐这些客户，他不是给我很多这个币吗？但是因为一下爆雷了，爆雷了之后这些币就不值钱了。嗯，所以你就觉得，哎呦，怎么办啊？就是真哥跟我说没事儿，然后他就渐渐的他又把这个币又弄得又值钱了。对，是。所以我从此以后对真哥我就特别的信服，妙手回春。然后我就天天就捧着他，我说还有什么机会啊？咱们说，现在就是 AI 这个已经挣钱已经满足不了我了，我现在必须要炒币。最后一个跟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得到了一个。他也知道四月四号要抛售，对吧？对对对。你只有今天才知道的，之前你跟真能行没有任何的矛盾。对啊，那你收到这个之后是不是五雷轰顶？那肯定五雷轰顶啊，因为我的币多啊。我不能让他抛，因为他抛完了之后，等同于我手里持有的这些币就不值钱了。嗯，我必须要阻止他抛这些币。下一个请大主厨。应该我们都差不多。看看我们这位时尚教主，这帅气的照片，大黑墨镜，嘴里叼了个泡，哇！哎呦，哎呦喂，哎呀，这不好意思。这么帅，可以可以可以，差不多了，哎，哎，真不错。说的这什么时尚 MGQ 杂志，我独家专访，对对对，高定品牌好主理人，他叫郝高定，前面就写了他多厉害啊。2019年他获得了新锐设计师奖，对，犹如一匹黑马，我横空出世的，是横扫了时尚界各大新人奖，年仅20岁。就拿过了黄金城时尚周新秀奖、最佳新人奖、重磅新人奖，并凭借个人高定服装 HAO 陆续登上了时尚八虾。八虾，不，时尚八虾顶级时尚杂志，耶 ，Super！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Super Boy！ 但是这个照片上有一个蹊跷啊。就是说他不是领奖吗？底下这儿有一男的单独为你鼓掌，而且长得特像他。啊，那就是你，这是我哥哥。你哥哥？不行。其实我也是从小地方来，没什么钱。我哥和我的这个人生呢，父母其实早就已经想好了，读个书，上个班，然后就在小城市里待着就行了。啊，对，但是我呢，不是那样的人，我就觉得我就是要注定不凡。注定不凡，指定你指定不凡，我指定不凡。从小我就坚定了我的想法，我要做一个服装设计师。家里人只有我哥是支持我啊，在我哥的支持之下呢，因为我的努力吧，我在2019年6月1号的时候呢，我就拿到了这个新锐的首席设计师的这个奖，然后后来就一路拿奖就拿到手软，手都软了。我哥给我的主要还是精神上的陪伴吧。啊，你去看他干啥？你。我这陪伴是收费的 ，sorry。所以，我哥当看到我站在那个舞台上的时候，他就是开心了。明白。哥哥先搁一边吧。然后呢，他这个就是一张他设计的这个特别酷的一堆人穿他这个高定的衣服。他站在这儿嘛，旁边有一个人，应该是真。为什么旁边是真？他投资你这个了是吧？
我呢，在有了一些资产之后，那我要做理财啊。嗯，在2023年3月的时候，甄在超能的 box 上，他说他未来即将关注新型的投资人的方式，然后他自己宣布了，他要跟大发菜要强强联合的。其实都是被甄的这个发菜币计划给吸引了。所以我知道了甄是会赚钱的一个人，我就办这个高定的秀的时候呢，我就请他来了我的秀，这样呢我就有机会认识他。嗯，因为我是想说通过甄来获得更多的这个财富信息嘛，然后甄就给我介绍说大发菜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渠道。嗯，我也是花了好多的积蓄买了这个发菜币。对，因为他也是成为了 B-boy 投资了好多嘛，他也写了俩字 all in。 抽屉，你在各个时期收藏了大发财的一些言论，对不对？他特别崇拜这个大发财，然后后来他特别想认识他，这有一个手机给我们甄发了一信息，2023年12月20号说甄总，我所有钱都买了发菜币，可以引荐下大发菜带我走向人生巅峰吗？他说你想得美，大佬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然后他说那他是何方神圣呢，是不是真靠谱啊？人家甄给他回一个不该问别问。你花钱的人，他为什么要对你这么横啊？哦，我钱投进去，你告诉我，别不该问，别问。23年10月底，我就跟着大发菜把之前的积蓄 all in， 全买了发菜币，以为有机会认识大佬，但是真没有同意。这我没办法，愿意相信真的不就完了吗？你跟真的过节，就是他不让你见大发菜啊。这个倒还好吧，你就是说你成功了之后，你就想挣更多钱，这不是很简单的一种生活的理念吗？好，然后接下来就来到这个超能符的手稿，上边是个超能符77稿的时候，是他非常坚定，叫做打死不改版。后来到了88版，就是改死算了。太有原则了，太有原则，打死不改，改死算。对，因为我还是得跟他有深度的合作，我们才有可能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就做了这个超能服的这个建立，然后我就要帮他设计这个衣服嘛。设计衣服的时候，他其实是暗示了我要加点料，要加点科技的元素啊。要有功能性，你不能只是好看时髦。对，在设计这事儿，他还是一个特别刁难你的甲方。对，你为他改了88稿。嗯，后来我就想到了一个方法，在冬款的时候加入安全的这个辣椒粉，在夏款的时候呢加入薄荷粉。哦，难怪冬暖夏凉。拿出来之后是一件巨沉的衣服，冬天能泡火锅吃。好恐怖。然后我跟他说了这个设计的 idea 之后呢，他欣然就接受了，而且他觉得非常的棒。超能 box 本来就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平台，它的产品就是以噱头为主。你哥该失望了，看你这样糊弄别人，因为那个衣服跟时尚没什么关系了。但是这事儿因为赚钱，你也就忍了，是吧？我只能忍啊，我要跟着他赚钱啊。但是他把那个粉都给涂了。怎么回事？超能服呢，其实也爆雷了嘛。
爆雷完了之后，他就要求我整改，所以才把那个辣椒粉和那个薄荷粉给化掉了。我也答应了整改，也签过协议，就是违约要。对，我其实也一样的签了500万刀的这样的一个合同，都是质量问题，赔500。而且这个衣服其实说白了，我就随便这么一说，他还暗示了我就应该把这个衣服就这么设计出来了。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是在他身上的。矛盾这么来的，暴雷出事儿之后，他就直接就上来就要问我要钱，然后弥补超能服带来的损失，因为我的钱也都在发财币里边，取出来啊，我也没办法。然后最后我们就都留在一个池子里头，就是这张照片，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因为看见了这个，今天他要抛。你跟真的联系和你对财富的渴望特别的不清晰。您的杀机肯定还是有，对不对？终于到了不凡的故事了，这应该不一样。首先说和是一个。啊，那么多张一起说啊，不是一张张细说呀，快能快速浏览一下。就和呢从小出生一个非常好的家庭，跟他的爸妈的合影，就名门贵族吧，就有点这意思啊。不是，只是成功的投资人的后代。他是在黄金大学毕业的，然后去了外国的纳摩德办法亚大学读的 MBI。 我的妈，名校纳摩德办法亚，知道怎么众多学校中选择了这所学校？这是全世界最好的投资学校。纳摩德办法哦。然后他一个受聘书，3年聘期，然后是2022年6月1日至2025年6月1日聘请人，真能行。就是我从这个纳摩的办法亚大学 MBA 毕业之后，真就找我做了超能 box 的投资顾问。然后就看他跟超能 box 做了好多关于营销的这种活动，就这是去自然运动的这种，这个是让北极熊回家的这种，这个是超能产品走向太空的这种。我创意了一系列让大家更加关注到超能系列产品的推广活动，包括有著名的 City Clamp， 就是在城里爬。什么？跟我那 City Walk 有什么不一样？ City Walk 是两只脚，我的 City Clamp 是手脚并用在城里爬。哦，夜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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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夜爬呀。还有帮1000头北极熊回家，其实900多头可能本来都在家里，我先把它挪出来之后让它回家。还有让超能产品登上了太空。厉害，咔咔营销。对，就是因为我咔咔一波营销操作，整个超能产品在市面上的形象得到质的飞升。哦，明白。大家就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代表未来希望的这么一个平台。然后咱们就到了这个比较关键的电脑上的一个聊天记录。哦，电脑，天哪，发信聊天记录。他是真能行跟何不凡的，12号说何弟，超能丸出问题了，大家都说辛德瑞拉直播晕倒是因为超能丸，现在超能丸成毒丸了。何不凡说，我想想怎么办，立刻发布紧急公告，声明会严查真相，给消费者一个交代，稳定一下用户情绪。保安那边说 OK， 危机公关啊。14号的时候说，超能服和超能餐也被揭了老底，黑料满天飞，怎么办？这个时候呢，你就看何不凡呱呱呱来了很多语音。我10条，我用10国不同的语言骂了他。是很棒，但是没必要啊，就是说这事儿也没解决呀，就是激起了你的学习欲。在这种时候还要彰显一下自己的品学兼优。骂完他说听不懂。不是，
他作为一个平台的这个主管，这么多出问题的产品他不好好管，这个对于我是作为投资顾问，我得给他擦屁股呀。但是如果真的是你们的雇佣关系的话，你是可以这么骂老板的吗？然后陈腾行说别骂了别骂了，然后尽快举办澄清发布会，务必保证新一同出席，说明是子虚乌有的事儿，一切都是对家的恶意诋毁和供应商的私人行为，平台会严查不良商户并对其罚款整改。这是你出的主意啊？对，等于我先骂完，我当然还得给他支招，我不能光骂嘛。真能行说明白，马上安排。真老板就找我说，咱们俩必须得出去澄清，所以我们就开了发布会。暴雷出事儿之后，他直接就上来就要问我要钱，弥补超能服带来的损失。你只要质量有问题，你就要赔我钱啊。他说发布会的效果不错。还得放消息说咱们已和多位投资界的大人物达成了深度合作，接下来会有大量资金涌入平台，同时秘密买进以抬高币价。他就要联合这种放消息然后要炒币了。哦，这等于就把咱们给忽悠了吧，因为咱们看的都是这些啊。各位币友们，超能 box 已经跟各个大佬都深度合作了，下个交易日一定会有大量的资金涌入平台。啊，这是你搞的？而且为什么感觉在这个聊天信息里，这个真能行他这个态度什么的，感觉真能行是给你办事儿的，你有点像他幕后的大哥。是这样的，因为确实我给他出的主意帮到了他，然后让整个超能产品得到质的飞升，所以他对我是比较服气的。您这诸葛亮骂刘备了哈，就不在乎这事儿了。而且我个性里面，我杀伐果断，超自信，能人啊。然后我就在这儿又找了一瓶蛙赛丸，本品精选优质牛蛙的大脑，提取其中各种珍贵微量元素，浓缩成了一枚小小的蛙赛丸。什么功能呢？吃了蛙赛丸，身体哇塞，肌肉哇塞，精力哇塞，好哇塞。然后这个瓶底写着 WSW。 哦，真给我们听了一段录音，那个录音的内容是 WSW 的受害人吗？真的 U 盘里有这段你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录音，这个音频。SW 的受害人，是的，得让他付出代价。他的真实身份是大发财。你有证据吗？我有，但怕被暴露，不敢公开。那放心交给我吧，绝不会放过他。就我还没有出国读 MBA 之前，有个风特别大的哇塞丸，就是说特别牛，吃了就不用睡觉，让大学生们去参与营销这个，就承诺说你买了这个就卖出去之后你能有提成，有点像传销了。传销了就。于是呢，很多大学生借钱也好或者怎么样，他觉得能赚钱，但事实上市场并没有那么多人需要这个东西，所以就变成都卖不出去，最后都砸手里了。这个哇塞丸在当年让很多大学生血本无归，哦，所以他们成了这个受害人嘛。SW 的受害人，而且哇塞丸就是真的产品。但那个手机密码就是这个，第一次创业的项目。但是我试了 WSW 没进去，他可能是得哇塞丸的全拼。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毕业回来之后。真成为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投资人，且他把哇塞丸升级成了超能丸。哦，就是你吃的那玩意儿。哦，等于我一直吃的是哇塞丸。哇塞丸。哦，难怪我天天只睡两个小时，我也不困，那说明有用啊，人家。牛蛙脑。那您受害了吧？就是在哇塞丸上。我没有。你没有？这我还有呢，还有这照片。哦，哼，这个小坏蛋，这是在何的手机里，游客001，他在公司这个软件 Superbox 发布了一个讯息，所以何应该是用户001。对，哇塞丸诈骗案，多年前风靡大学城的哇塞丸事件，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当年的始作俑者背时鬼其实是替死鬼，背时鬼就是倒霉鬼。啊，倒霉鬼。而我知道他的真面目。
哇塞丸当年爆雷呢，最后是查出来呢是一个叫背时鬼的人，他赚了最多的钱。但是呢，我知道其实当年这个背时鬼他把他的钱通过买数字藏品汇入了另外一个大发财账户，所以我知道背时鬼其实只是一个替身，是替死鬼。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爆出来呢？就是因为当年哇塞丸真正的受益人是大发菜，现在超能平台他又在和大发菜合作，所以我是担心超能平台是下一个哇塞丸。啊，我担心真重蹈覆辙然后拉我下水，因为我现在是他的投资顾问，我希望可以制止这个后面新的悲剧的发生，所以我就以刘克001的身份在我们这个超能平台匿名发布了这么一个帖子，就是说我知道一些事情，还有谁知道可以跟我来分享，我想了解一下有没有了解哇塞丸背后的真相。于是3月20号游客002就联系我了，他就说你知道一些什么细节吗？我就跟他说我了解过，他们当时是通过数字藏品洗钱，我同时还指出大发菜就是真正的受益人。这个时候呢，002就很感兴趣，我们就约好今天来到这个现场，我们要当面的来交换讯息，然后把大发菜逮出来。但是今天用户001跟用户002他们俩还有一个聊天记录，交易取消，怕了，证据已毁。然后002说见面聊。那你说证据什么怕了什么证据？是因为今天4点钟一见面他就说他就是大发菜，然后呢说今天我的安排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8点钟草坪进行分享会，10点钟沙龙结束大家就可以走，下一句话但是你们中间有人要害我，接着就把我和002的这段对话放出来了。我一下就毛了，因为首先第一点呢，我要跟002分享的是讯息，我并没有一个真的什么证据实锤的东西在手里。第二点呢，我觉得如果真逮到我和某人在查他的话，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危险，还得逮你啊。对，所以我只能跟002说我不跟你见了，我也没有什么证据，我都毁了，其实就是我怂了。然后002就说要跟我见面聊，他还是想跟我见面。002是真吧？不晓得是谁。现在感觉游客002很有可能就是真啊。对啊，就是锁定他了。就他看到你的那个发的信息了，所以他想钓鱼，他装成游客002过来找你。我都有点怀疑，因为不然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录音。今天真省事儿，嘿。真的电脑上有3个这样可以点的鼠标，第一个就是超能 box， 咱们这个平台点进去之后就是大发菜的登录界面，就说明真就是大发菜。在这个真的办公室里边，他收到一个邮件，收件人呢是大发菜，大发菜你就是背时鬼，3月18号，你就是背时鬼。不是你发的吗？如果不是你发的话，那就是另一个知情人。不是我发的，是发给大发菜的。发给大发菜的，但是是在真的电脑里面。对 ，OK， 所以游客二不是真。然后它下面有一个文件夹，叫“就抽这五个人”。我们是被邀请来的。被谁邀请的？被真邀请来的。我们都是被他选中的幸运儿。我们是特意被选过来的。挨个先认自个儿的 ID 吧。小豹子，这是谁啊？这是你啊，小豹子。还有100万个发财币。哇，到底是投资顾问。
在这边又怕暴雷，又怕这，又怕那，自己有100万个哦，哦。哦小猫咪是这个王勋，嗯，是我的账户。谁是小白马呀？那是滴滴大滴滴大呀。谁是小耗子呀？这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就是我呀，10万个。谁是小飞象啊？我呀。哟喂，原来他听你广播啊！小飞象说好 emo， 直播可以看到勋勋跳舞吗？我辛辛苦苦每天睡2小时，我最少。因为你忘了，你给了100万刀去买那个训练营的名额了呀。而且我还在这儿买那个情绪那个那什么呢？我在这儿花钱呢。那能花多少个刀啊？那你鼓励他一下嘛，他喜欢你的声音，你鼓励他一下。现场鼓励一下。加油！对对。支持我呀，我不会亏待你。加油，欢迎您支持我。为什么要挑我们呀？真的，抽屉里面有一个 pad。 哎，一个 pad， 真和狗皮膏药厂厂长的一个聊天记录。厂长赚钱的机会又来了，不过这次换个包装，打造超能丸。然后厂长说：“啊，我最懂你，郑总了，你就是我的好大哥。”就是说，这个超能丸其实就跟那个哇塞丸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就是换了个包装，而且是狗皮膏药厂生产。对，膏药厂生产的丸剂，贴的东西内服了。看到了一个就是发菜币项目的计划书，项目背景。就是目前境外数字货币交易盛行，炒币成最新趋势，但是黄金城还没有相关的监管政策。走这漏洞，漏洞啊，就是走你啊。然后是项目内容，依托超能 box 平台限量发售虚拟货币发菜币，用户可注册虚拟账户进行操作。发菜币不仅可用来购买平台所有商品，还能在用户之间自由交易，币值将根据交易情况浮动，相当于一个小型的股票市场。它等于自己做了一个小型的闭环的股票股市。哇塞！而且这个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它可以帮这个人隐瞒身份，所以躲避监管。就其实它就变成你可以用这个洗钱了。它可以通过买和抛来控制股市的涨和落。它有这个安全性，发菜币的账户设置为固态密码和动态密码作为双重保障，用户需进行双重验证才可登录账户进行操作。然后项目的执行，一是营销人设，买通全媒体矩阵，提前捏造人设，海外币圈大佬大发菜。真现在直接利用了大发菜的虚拟身份，他就把它打造成了一个币圈的大佬。负责人在平台首页持续推送相关信息，并宣布与大发菜合作发行了这个发菜币，将发菜币推至话题中心。哇！在他的衣服口袋里面发现了一张纸条，然后上面写了一个。庄园大门的密码6位数字，然后书房密码6位数字，有效期是从4月1号到3号。是什么手写的是吗？手写的一个纸条，但是这个也是在甄自己的衣服口袋里。他准备给谁呢？还有一个就是柜子里面发现了一个虹膜识别保险柜。而且这个保险柜没有第二种开锁的方法，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一会儿是不是要用他的照片或者视频去开一下。我们在现场看到，就是他脑袋后面的伤口有大量的出血，就是没发现别的伤势，这应该就是死因。然后这个熊的这个外套就脱在现场，然后就是现场发现了一瓶一喷即晕。什么东西？
一分晕，和晕倒的原因。7:30，有人敲我的门，我就打开门，就一股烟雾过来，我就晕倒了。当时直播这个手机上面呢，有一个程序叫做局域网入侵程序。程序说明是该程序可直接入侵局域网内所有电子设备，并实时同步内容。就因为我们看着直播嘛，只要我们在这个局域网内，它就可以给每个人投东西。投屏，这是它投屏的原理，就是在这个网内。在门口干货会那地方不是还有一个电脑吗？嗯。然后那个电脑上面有一个，每一小时它都在自动录屏。而且它也同属于这个局域网，所以就在8点，我们在这个电脑上其实录下了直播的过程。我们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回放一下。这是河，嗯。嗯，太惨了。嗯，哦，那抽了好几个果盘啊。哎，拍到时间了。他现在把机器架好了。对，然后巡过来了。然后他就去那边了吗？撞我，撞我去了。这个视频有 bug 哈？怎么？你说？就是转过去的时候也看不到你。我换装是吧？对啊，我太快了吧？对，这不现实吧？不会脚下有个什么机关能控制一个熊掌？哦，你说那熊是那个遥控的是吧？就是。哎呀！他的双手是被绑住的，就这里面这个熊掌伸进来，肯定是有另外一只手的。但其实很奇怪，就为什么一定要把你也绑在那儿？如果凶手不是你的话，为什么要？对，为什么绑你？我也没想。我猜啊，因为我是这个超能平台的投资顾问，他觉得我是帮凶。哦，就俩人一块儿报仇一块儿报了，是这意思吗？那他为啥不杀你呢？而且把我拍进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杀的这个手段很复杂，但是大家的杀机其实都挺简单的。而且如果说你们杀机真的是从今天知道他明天要抛币的话，其实搞不出来，就是说把河也一块绑了。就是因为这个杀机跟你绑河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他的杀机不是在4:30之后形成的，这个人来就是带着要杀他的目的来，且他在当时就已经知道了当年大发财就是贝石贵这件事，我觉得凶手就是游客零零二。我们听听金水怀疑谁吧。金是没去，试过好的。一个他并不想要接着跟他赚钱，他只是要解约，所以他不惜的去跟他示好，这是一个。另外一点，心是那个真的有杀机的人，这三个都是去试过好的。略踩一下这三个，浩他目前还差那个500万，他的杀机可能没这么薄。大的相对比较单纯，就是那500万。对，然后后来不就是找他去聊去了吗？对啊，我赔了他300了已经。还钱的已经还一大半了，没必要因为剩下这点钱就翻脸。所以他呢是从小就是生活比较困难，好不容易拥有了这一切，然后现在钱要没了。
封神，封神，有希望啊 ！Yeah， 你怎么觉得？难投。我对凶手的画像是他不止被 B 坑一次，他之前就知道自己被哇塞丸也坑过一次，他才会做这样的一个计划。没法投合吧？现在肯定没法投合。我觉得其实也没法投心，因为他跟哇塞丸跟这个都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仨其实都一样，就肯定都隐藏了。其实我还是觉得大主厨那个还钱那个事，如果他有更早的一个杀机的话，其实他就不会做这个还钱。因为他还钱也是最近的事儿。对。你想在勋和浩中间二选一。那就王彤。来吧，咱们就是说有一个搜身的动作吧。尊嘟假嘟啊！哎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没有，我没有。有吗？那你有啊？什么呀？什么呀？正式一点嘛！搜身了，正式一点，你别弄我。搜身，搜一下有没有？没有，我没有。来呀、啊，你看看，大老师，你看看，你看看，都没有。你看看，都没有。这哎，这是凶器。有，这有。他有钥匙摔的、不是钥匙 U 盘固态密码，你要用这个再搭配动态密码，你才能登录自己的账户的虚拟账号。对，它等于是这个是等于它是128位的固态的密码，然后那个动态密码是什么呢？它是开机之后它有个显示屏，它每次给你发一个，每次会变。对，牛顿，对，就没了。你们身上都没东西啊？没东西，我没东西。现在去哪儿啊？能不能把002给搜出来啊？我们去这个浩子那儿看看他哥哥是怎么回事啊？对，这是我房间，这是你屋啊。多翻翻吧，朋友们。躲一下啊，谢谢。他有一个箱子，钥匙也没有啊。找找，还能在哪儿啊？哎呦，哇，这儿哎，哇，要他的密码，密码提示最重要的一天，最重要的一天。他最重要的一天是他得奖那个。那是哪一天呢？找那张照片啊。是抽屉里。抽屉里面，这里面。这儿呢？这儿呢。独家专访。金瑞设计师奖，2019年，没写几月，没有日子呀。我可说过了，但没人记下来。2019年，我在2019年的飞套的时候呢，我就拿到了金瑞的设计师的奖。2019年6月1号的时候呢，6月1号对不对？哎，6月1号，果然是。甚至入超能餐竟然过期贴标吗？超能服里面都是辣椒素无良商家，都是热门。超能 box 黑料，他在搜这个黑料。不，他就是他已登录超能客死啊，他就是在这登录的。他就是他自己的报的自己啊。真能行14号的时候说超能服和超能餐也被揭了老底，黑料满天飞，怎么办？继超能丸后，超能服、超能餐被同时爆雷。超能服里面都是辣椒素，他自己都爆了自己了。我真的对这个平台深恶痛疾。我也是花了好多的积蓄买了这个发财币，我们做了这个超能服的合作。为什么呢？这个说不出来。哟，这儿我找到钥匙了。这一个个这么厉害吗？这兜他也翻？这个兜不就是写着钥匙在我这儿吗？还得是您。哟，有个大衣啊。哎呀，
哇塞完，这是啊，哇塞完里面一个受伤的人，他买了这么多。是这样的，第一张照片其实是我哥哥。因为我哥哥就是当年被哇塞丸害的大学生。对，因为我哥囤了大量的哇塞丸，所以他旁边有很多的箱子。然后呢，赔了钱之后，他整个人就不行了，把自己锁在自己的房间里边，抑郁了，每天抑郁的就是那样的一个模样，所以眼睛都凸出来了。所以呢，导致我下定决心，我也得把幕后的这黑手给找出来。然后，他在山鸡收藏网上看到买家被食鬼，卖家打泡菜。哇塞丸当年爆雷，被食鬼赚了最多的钱。他把他的钱通过买数字藏品汇入了另外一个大发菜账户。是这样的，当时呢，我经过这个有问必答的调查的这个事务所，查到这个资金的这个流动动向，诈骗案的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叫被食鬼啊，他是分批的购买了这个数字藏品嘛，然后这个藏品的那个买家是那个大发菜。当我看到平台上真能行跟大发菜之间他说他们有那个联系要强强合作，所以我就开始邀请真能行，我就是想要接近真能行来了解这个大发菜，因为这是跟当年害我哥的那个人是有关系的。对，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出来，所以呢我想逼这个大发菜出来，所以当时我就爆他那么多黑料，看他能不能有一些动向和动作。对，然后个人主页3月18日收藏时间，用户搜索大发菜不见了。3月18日收藏时间，大发菜你就是被食鬼。3月18号，也就是说，那你没有任何办法之后，所以你给大发菜发了那封邮件，对吗？不可能吧？是，你就是在3月18号知道这个人像的，是。然后呢，我就看到平台上001的那个帖子，哦，你是2号。对，我是002。哦，那今天是你跟我说见面聊是不是？是我跟你说的啊。你在4点半接到了那样一个通知，你当时产生了杀机的。对呀，而且你5点半还见了我。我今天还在找001，我怎么下这个手？走吧，4点20是勋去找的，我们去勋。这儿，给我。勋大人在这儿呢。来吧，朋友们，搜起来了。看看喽。哦。钱包。哟。我钱。你还有钱呢？哎，这么有钱？这不是钱。欠条。借条，一堆借条。群商人借到了无语100万，无奈100万，好被骗100万，春虫虫100万，6、7、8、9、10，借了1000万。爱发，你欠了好多钱啊！你怎么缺？是欠了钱，欠这么多钱啊？因为那天他们说 all in， 真能行给他发了一个信息说 all in。然后他立刻就 OK， 不光自己的钱 all in， 借钱 all in， 借钱投资。那他这杀机可太强了，对，钱也太多了。大4点40约的真，大，去你那儿了。这是你的屋，来来来，大家请坐啊！先男宾3位，同学准备，来，王一宝，走。我今天要不找着一个黑，
找找，多找找，把床翻翻看。来我家就这样。靠背有没有？有。Oh no！ 哦，有个pad。你有个pad。你要房本干什么？我警告你，米奇奇可是我们家世代经营留下来的老店。大主厨说：“明白明白。”话说回来，到咱家的房本在哪儿啊？就是正常的左下角的抽屉盒子。他跟老爸把房本500、300。你把房本抵押了去买？哦，你那300就是买房了，卖房子还的钱。他上面说的是让我必须还那500万，我当时就说我先还他300万，因为我还有积蓄嘛。是的，200万，大吃一惊啊！那你剩下200想怎么还呢？那什么呀，咱们那个那池子呀，就是咱们那个投资那个呀。所以他很在乎菜币，不然那房子白卖了。对。就如果没有那个抛售的话，他去套现，没准还能把房子给对赎回来。明天他把那个500万抛了之后，这就是他就根本不值200万了。而且你房子也没有了呀。这个杀机也挺明显的，杀了吧？对，这就是对，是想杀呀。走走走。把那个手机给开了，真的手机就没了。搜真的房间，哎，那个柜扫照片就能开开啊，他那个眼睛咱们先上那儿扫一下他那脸。哦，我看眼睛啊，手机壳，他的眼睛。开吧开吧。可能肯定是我们在座的一个人的眼睛能打开这个门。这手机后边啊，盒里有眼睛啊。你手哦呦，钥匙吗？钥匙。是不是这个钥匙？哎，对，应该就是这个，就那个箱子。来来来来来来，什么？这打开之后上面写着什么呀？甄总，甄总，这最佳人选。照片。哎，这个照片是谁啊？谁呀？吃到自己身上了，吃瓜吃到自己身上了，大魔王。表演。哎，这啥意思啊？啊？你不是侦探吗？不是，他不是大鳄，他是这个什么大发财请来的演员。今天这投资什么根本没有干货给你。哦，你是假的呀？我就是国际金融大鳄张富廷。他说他一人可以模仿四个：何炅、大张伟、费大勋、张若昀啊。哎，你模仿一下，我们看看呀。来来来来，模仿何炅快！来3、2、1，来模仿大张伟。我怎么是个瞎子呀？哎呦，这啥意思啊？哎呀，你看看这些，你看看这些人有什么特点？你看看，每个人的鼻子，他鼻子上面都有痣，鼻子都一样啊。这他一个人演的，还也是他。什么 ？Yes, good, good. I want you. 哦天哪！我演了一段之后，导演一拍椅子，转过来说 ：“Good, good, I want you。”我就太激动了。Good, good, I want you。哦天哪！那个也是个骗局，你那100万也是个骗局。3月23号，辛德瑞说：“
100万刀转过去了，未来的 Super Star， 我们一起冲击卡斯卡。你太过分了！还钱100万，还钱。这个事儿是错，是我错了。还钱。这个事儿是我错了，因为我知道当明星他是认真的。我真的要当明星，你还钱，还钱，还钱。那你是去过餐厅跟我吃饭那个吗？对，哎，就是您啊，对，您是，我就说您怎么那么接地气呢？我吃我们家东西。那张不停现在在干嘛呢？被你杀了？没有啊，张不停就是没接到这个邀请啊。因为真就没有邀请过张不停，真邀请的是张国王假扮成张不停过来给你们开一个会。把那手机给开了。第一次创业的项目，哇塞玩是吧？在玩，玩。哎，开了，开了，这叫、你看，哎，他俩一起的吧？推销员，庆祝哇塞玩，他成功赚到5000万，他是推销员，算买卖不算交情，你才是哇塞玩的。之前有个风特别大的哇塞玩，就是说特别牛，就是真的产品。牛蛙这主意是我出的。侦查当时呢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他用了牛蛙的大脑。当年其实是我不满足父亲带给我的优越的生活，于是那个时候我就看中了在我们学校旁边穿红马甲的一个人，帮他把他的这个三无产品包装成了哇塞玩，结果呢一下就成功了。大学生，你购买这个，你再卖出去，有15%的提成。这主意是我出的，让大学生们去参与营销这个，很多大学生血本无归。当年大发菜就是真正的受益人。好，去河的空间看看。哎，你还有这么多金表啊！哇哦！这个沙发底下掀了，哦，哎，让我给找着了。监控，有问必答事务所。我们都去过。最近一个月去过有问必答事务所的就是这四个人了。我们是特意被选过来的，所以我们四个被选过来就因为我们去过有问必答事务所。对，他去调查的，然后也是他转给真的，所以跟他一起设的这个局让我们四个来的。对，我得找到这个002是谁，他是匿名联系我，所以呢我不知道游客002的讯息，所以我就跟他聊，我就说我怎么有点怀疑你啊，你到底是不是真心在查这个事情。结果呢他就很着急的说我真的是在查，而且我还去了有问必答的。那我就知道了，于是我通过黑客进入到了有问必答的监控。我茫茫人海当中，我在比对曾经登录过超能 box 平台的人，一对比你们四位就出现了。在真的 U 盘里有这段的录音，那个录音呢也是他发给真的。对，哎，可是我中途那个问你的时候，我为了找证据问你，然后你为什么就这么快往后撤了呢？对，你的目的不是要找002啊，应该见啊，所以，对啊，他的目的是要为了要知道的吧？带你看看吧。
哦，手机。发菜庄园智能门禁。嗯。主人指纹，庄园内所有房门均可输入指纹开门。This is my big house. Welcome to my big house. 这是你家。欢迎，这是我家。大门密码、书房密码有效期4月1号、4月3号。在他的衣服口袋里面发现了一张纸条，这个是谁给他的？手写的纸条，也是你发给真的。对，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密码。发菜庄园主人指纹，这是我家。你是那个大发菜？对。大发菜就是发菜币的大佬，真，他说他要跟大发菜要强强联合的。大发菜你是今天才知道的吗？大发菜还跟我们说小波动不重要。当年的这个诈骗案就是5000万的暴利，我跟真就是分了。然后呢，我就是用被识鬼的这个流浪汉的一个身份证开了一个账户。其实大发菜是当时我虚拟出来的一个数字藏品的收藏家，我好像在他那买数字藏品，但其实就是把钱转到了这个数字账户里面，于是就没有人能够找到这笔钱了。是我找到你四个，真的是你们的雇佣关系的话，你是可以这么骂老板的，尽快举办澄清发布会，真能行说明白马上安排。他这个态度什么的，感觉真能行是给你办事儿的。对，他是老板。啊，你为什么要找002？而且你为什么要卖500万的发财币？抛售的也是你，我预约的抛售。谁发的？强制投送，可直接入侵局域网，对任何电子设备可强制投送内容。他给咱投的那照片，我预约抛售是要刺激某人，他明天一开盘他抛掉500万之后价值就下去了，所有人手上钱都不值钱了。你们今天除了杀了他之外，没有任何办法阻止你们手里的财富贬值。这个是你们所有参与炒币的人都会共享的一个杀机。你想在这里把钱做掉？对。所以我跟他说，你就认你是大发财，不管你们谁对真有杀机。既然你们有人有可能查过这件事情，我就要疯狂的刺激你们。而且我在各位的房间准备了非常多的棒球棒，还有各种刀，对，各种的开瓶器，对，都是可以杀人的。哦，我说那开瓶器我怎么想？借刀杀人。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撤退了？我这时候不跟你见面，你本身以为有个同盟军，现在没有了，你就只能铤而走险了。我希望你能够动手。我是想动手。所以你没有打算动手？如果10点大家都走了，真还活着，我再动手吧。然后呢？但我没有想到我会被迷晕，我也没想到有直播这回事儿。所以你杀机是什么？好的，你现在可以去给我们开保险柜了吧？
虹膜识别保险柜里面录入了主人虹膜跟客人虹膜，也就是你们两个其实都可以开那个，对吧？哦，是啊，但我不想啊。你不想？你想？你想？你想？我没有手段。盯着他，你想？来。来吧，上演吧。哦，还有兔小河，这是什么东西？他也有不知道的事儿。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躺在沙滩上吹海风了。我想跟你心连心，你却跟我玩脑筋。我是骗子，但不是傻子。我悟了，既然大发菜的账户可以不受限制的提现，那其实这就是你一个人的游戏。这四年你给我上了无数堂课，但这次轮到我给你上一堂课了。瞧好了，我才是黄金城的第一骗子。红马甲是我送你的最后一份礼。他推销员的衣服。庆祝哇塞玩成功赚到5000万，赞买卖不散交情。他跟他叛变了，原来他是听他使唤的。是这样的，其实是我提出发财币的这个计划。因为国外这个数字币已经很流行了，但是在黄金城没人做。可是我的计划里面从头到尾是一个骗局。这个发财币的所有的进来的钱其实最后都是流向我个人的账户，而且我个人账户是可以随时提现的，也就是说我觉得够了的时候我会把这些钱全部提走。什么时候才叫我够啊，大 boss。 真不知道这个是关联到我的个人账户，而我跟他说所有在超能平台的这个发财币的这个进出全部是有手续费的，而这是一笔巨款，而我愿意跟他分15%。所以呢，他就答应了我的这个发财币的计划。可是后面这个超能平台又爆雷了，再加上号发了一个嘛，说大发财你就是贝氏贵嘛，我就觉得这个会有问题。我开始想到，如果有人把当年的哇塞玩的事情和现在超能平台的事情联系到一起，他会知道大发财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不但我自己要坐牢，而且我家族的声誉也会受影响，所以我必须想办法来解决这件事情。你对真有非常强烈的杀机，所以你就约了我们5个人来，就是来办事儿的。对，我就利用有人开始打听哇塞玩的事情，告诉了真，我说这是个巨大的风险，我们要做一个钓鱼计划。嗯，我们要把这些人约过来，然后我们知道是谁之后，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故意。所以我跟他说，你就认你是大发财，只要他死了，就是大发财死了。然后大发菜的账户就没人去查了，因为他死掉了。对，所有的秘密就会灰飞烟灭。虽然他答应了，但他提了一个要求，他要求分这个账户50%。我说没问题。然后隔天他又加码了，他说要求这个密码他要一半，我要一半，他要把我钳制起来，我就先答应了他。但是真不知道我的虹膜是可以开这个的吗？事实上只要他死了，他的虹膜开不了这个保险箱，我也不会来开这个保险箱，因为那个他是银行的账户，不需要登录到超能平台的，我依然可以提现走人。我又拿到了钱，又可以把脏栽到大发菜身上。但是真把你的那个拿走了，两个都是空的哈。
这里边东西你是刚看见的？对，这封信是我刚看见的。他为什么说要给你上一课？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但我怀疑喷晕我的是他。他走了，他得带着钱走了。U 盘，固态密码。哎，他身上有一个吗？不是，哦、我们看看呀。我这一半在这儿吗？你插上来看看来。我这个就是固态密码。打开。小豹子，豹子，豹子。哎，你咋妞？我的这个密码被换掉了。真拿的小豹子对吧？小豹子是真，所以我用的他的 ID， 但大发菜的固态密码现在不知道在谁手里了。他把他喷脑子那个时候，他把他这个固态密码调包了。所以应该真正的东西应该在那个真的手里。现在那个密码在他身上吗？不知道啊，看一眼。看一眼吧。哎，我觉得这个密码现在是不是应该在凶手身上？也有可能。所以其实我大概率是真喷的我，应该是真喷的你。他给我换了密码，把我绑在这儿。真不用把你绑在这儿啊？真把你的那个拿走了之后，他提现了，他按他的计划，他已经在沙滩上了。你醒来之后自己去开那个保险柜，觉得自己被耍了，这是真的计划。他只要喷你就行了，等于真根本没有来得及行使他的计划。对，他只做了第一步，就是七点半的时候人家就给他制服了金主。但是这个人如果想杀真的话，他就直接把他带到这儿杀了就完事了。他绑你跟直播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就是他屋里面那个白色液体不知道是什么。哦，这里面是牛奶啊还是啥？那再看看去呗。那个杯子，这个杯子。哪有杯子？哦，太小了。就这个。这是啥？这就是凶器吗？这里没东西了，翻了，还能翻。哎，找到个钥匙啊！我就说拿张纸，拿出了个钥匙。所以是不是还有个箱子没开呀、啊？还有一个行李箱没开。眼哎，这有个箱子，在哪儿啊？打开它。衣服。这个没有口袋。真能行。黑市见不得光，一喷急晕他要一个。嚯！所以就是真喷的我。真喷的你。血浆包他要两个，
死里逃生，他要一个特制货品，两天后取货。特制货品是什么？两个，两个。真买两套血浆跟特制货品是为什么？他传了个什么计啊？代表他的这个计划至少在两天前就已经……他4月1号就来了呀，就两天前。范范，你看，啥呀？动态密码。他想走他的那个密码。死里逃生，服用者30分钟后进入假死状态，1小时后恢复生命体。假死后啊？他杯子里喝的就是这个吗？对，对他喝了的。这个一共是100毫升，他说一次喝50毫升，应该正好少了一半。假死，他要假死。买了飞机了，他今天就本身就要已经走了。他10点，这是他一会儿要走的行李箱。1小时后恢复生命体，那他不是等于说自己安排了吗？他自己安排直播，假死，死里逃生。服用者30分钟后进入假死状态，他想要的是两个密码在手，卷钱走人。他的原来的计划是这个。死里逃生，他自己安排直播，假死。怎么了？想看看这上面的瓶子有没有被动。哎，什么啊？什么？空瓶子，这些都是满瓶的，这是空瓶子。而且它是个假瓶子。而且这个质感是那个长质的，空瓶的，这是砸头的，哦，这拍戏时候那个，哦，所以就是假砸，是不是这个意思？他应该是找了人，就是演了场戏，在刚刚在那，然后大家以为他死了。凶手他是跟甄在之前就达成了共识，7点半一次喝50毫升，然后弄晕你，他进入假死。10点的时候坐飞机跑。那不对，那甄死了呀。伤口跟失血可真的啊！为什么真死了呢？肯定是中间他的计划被凶手破坏了。就是砸瓶的这个人跳水了。本来说假杀他，结果现在变成真杀他。对，凶手呢，他把这瓶子换了，换成一真瓶，一下给他砸死了。为什么要把你绑在这儿啊？他让你在那儿看着他死，
而且他直播给这所有的人看他死亡。这个合理。虽然我坏，但是我蠢。小丑竟是我自己。但是这个凶手跟他打配合，他原来是真特别信任的一个人。不见得是真信任的一个人，是他跟真达成了一种交易。对。那真为什么要买两套血浆跟特制货品？可以进行讨论了。真的计划里面为什么要有两个特殊货品呢？侦探，那个单子上有那个买货时间吗？没有。但他两天后到货，那就说明他这计划还挺早就跟人商量好了的，因为他今天用到这个东西了。我们再还原一下真的计划啊。首先我认为他肯定是找到了这个合作对象才去买的这个东西。嗯，因为你的计划细化到这份上的话，你不可能说我还没找好合作对象。但是我就在想，他原本的计划里面要买两套血浆跟特制货品是为什么？因为特制货品咱们觉得今天砸的那个肯定不是特制货品，否则他就不会死了。嗯，对吧？但是我们在现场只找到了一个。买俩是不是练手练一个呀？试试。就是说买完之后先看这东西产品怎么样，先给自个儿一下，先给自个儿一下。对。他会不会先挨了一下假的？直播的时候看的是假的，然后直播结束之后他再补那个真的。那为什么现场没有糖化玻璃的东西呢？后面黑屏了之后，他再把糖化玻璃扫掉，再砸。以我们看直播，哪有这时间差啊？等一下，你们是看完直播直接来的？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因为我们就看当时，看完当时出去找他，我们直接找到底。不存在扫的事了。对呀、啊，他拿糖化玻璃打完之后，他还得捂镜头扫，扫完之后再拿真的补一下。对，侦探，他们昨天预录了一遍。我觉得那个视频有可能剪辑过。他那个时间，他坐在那8点，那个镜头是昨天甚至前天拍的。不是，预录的有一问题是他那儿是真的。他今天是真的。刚才看着挺平顺的，没有什么剪辑痕迹啊。这肯定是你嘛，对吧？这是我，这是他。这能剪啊？
这个是假的，你看他手里是假的，他手里的瓶子是假的。对不起啊，这个瓶子的破碎方式，它是个假瓶子。它是个假瓶子，你看它的那个碎的方式。这会儿用的是假瓶子，他还没，他在演啊。哥，你这个是今天真的？对呀、啊，你说这是昨天吗？对呀、啊。那你从哪捡？从哪捡？捡你点在哪？关键从你那画面上能呈现出来一个，要不然是断了一下，要不然它这是一镜到底，它没有那个断的那个点。它可以剪的点就是它转过来的时候就可以剪。他这个转过来的时候完全是零看，没有什么。咱关键咱不懂剪辑，关键是。但是他可以是，就是从运镜上来看，他这样打完你之后，转到墙的时候，对。啊？刚才对墙那个是有可以剪辑的，那个对墙点是可以剪辑的。那个一定可以剪辑啊，是可以剪辑。所有的片子每一镜到底，对，一镜到底，它通过墙都是可以剪辑的。啊，是完全没破绽的那种感觉，看上去。如果是昨天录的话，那就是昨天用的是糖化玻璃。拍的，但是今天砸是拿真瓶子砸，就那他昨天为什么要录这么一遍？然后他中间得拿着和这段素材去跟他昨天素材，他还得剪一下。为啥不能直接用那个完整的，就不用剪了呀？你是不是配合演了一次？没有，他后边有八点钟那个时间点那个钟那儿。对哦，他那个八点很关键。他的原来的计划里面是昨天弄是为了造时间线，就是为了要拍那个钟。昨天拍完他的死的这个部分，今天他先于八点之前把这个拍好，所以他其实可能我可能七点半就被摇醒，七点三十五就被摇醒了。然后他从三十五或者是某个时间点三十五到四十把这个东西剪好，八点钟的时候上船，然后跟大家一起从屋里跑出来。终于来了，杀人了！不好了，甄总遇害了。就是他今天和看的那个部分到后面就没法用了，因为和当时没注意看外边的钟，但其实今天是八点之前，因为他要回到房间，所以你的直觉是对的。他剪辑的这个东西也是跟甄商量好的，对吧？所以他们一开始就买了两个。对，他原来应该是今天跟昨天都是糖化玻璃，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变成真的玻璃了，所以会多一个糖化玻璃的瓶子，多一个血浆包。血浆包是一定要处理掉的。嗯。然后他杀人的时间，就是今天你看到的那一下是真的把他敲死了，对吧？死亡时间八点之前。所以这位凶手他是跟甄在之前就达成了共识，且昨天还预录了，精彩。我觉得关键证据很有可能是某个人手机的深处藏有一个剪辑软件，谁最会剪辑？最会剪辑？厨师通常最会剪辑了。为什么横说呀？咱我哪会给你剪的？轩啊，对呀、啊，托尼最会托尼剪的，最会剪吧？那裁缝剪呀？裁缝才是剪。哎，朋友，演员才最会剪辑吧？可以投了。那这个人，我倾向于他之前并没有说想要杀他，他是真的想跟他配合。
但是就是因为我四点半给大家投送了明天要抛售的，它产生了巨大的波动，所以它稍微修改了一下这个计划。如果这个人他是在四点半的时候他才真正产生了杀机的话，那这个人会在四点半之后再去找他吗？我觉得有可能，但是凶手去找这件事情时间点上我们没有办法去百分百印证，因为这是他可以撒谎的点。他们聊了什么也没有办法印证，对吧？所以呢，我觉得推凶的话，首先第一点，谁有可能接受真的这个拜托，对，贿赂，他会跟他搭档。另外一点，他又得有足够的杀机让他临时从搭档变成了凶手。我觉得真他其实不太可能用威胁的方式去给让人合作，因为威胁的合作你达不到这种信任，而且你中间会有半小时死。对，其实我觉得就是简单为了钱。对，问题是死者的这个合伙人啊受到了死者多大的信任，或者许诺了多大的利益吗？首先这个人一定对真还是有所图的，就是真能弄得动他。对，真能说服的，就是利益能谈拢呗，能谈拢。与此同时，这个人还要满足一个条件，这个人是不是能够真觉得我能拿捏他？最重要的是真觉得他能拿捏，对，真想不到他会背叛他，所以得以真的视角选一个他最信任的人。他会最信任谁呢？何不凡今天整个在计划中参与呢，从头到尾可以排除的。我觉得可以排，我觉得我那挺充分的。他怎么就被排出去了？怎么不能排呢？我连谈判都不去找他谈。那就更可能说明你们提前几天谈好了，你就不用再去今天找他去了。那我这么跟你讲，就是如果我将来要当明星的话，我更不可能配合他了，因为一个是我永远的隐患，他可以用这个事情一直拿捏我，我一直有不断的把柄被威胁，那我这回不又多一把柄吗？我配合他假死。但是你们的计划里面凶手是干净的呀，之所以要做这个时间线是为了给凶手做不太想证明的，他们这个计划里面不想凶手被抓到。 是，但是问题是，是不是真就有一个巨大的把柄？对啊，就是拿捏住他了。唯一的有一点就是这个事儿也是他对真的把柄，也合理。行，不排你了。那这什么？我觉得在现场当观众也是不错的一件事儿。你说咱们就幸运观众，哎，讲不了那么多，听会儿得。他就是幸运观众。但是从他的视角来看的话，他会不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值得信任呢？而且我之前跟他已经闹翻了。我不信任他，他也不信任我，你要这样想，他会找一个跟他有这么大矛盾的人，就是我的这个矛盾是直接的。不是，他一直在背叛他，然后一直在跟他撕毁合同，就是一直起刺的都是他，而且他一直在还在威胁他，如果他有机会能把他杀了，你会找这样的一个人来帮你办事吗？好理由。 Good good I want you。 是不是？我不可能啊。哦，那就是你们三个记住的一个了。你们三个我们三个怎么了？他们三个这样的看着我们。我觉得浩可以排除。什么？浩可以排除？就排了吗？等着我真的对对对，还哪里可以排？他作为一个在查这件事情的人突然去跟真达成这个协议，因为002这个事儿，他是002这件事情是坐实的嘛？而且他自己20多，他今天还要跟我聊，他今天还在找。对，我今天还在找001。哦，这个点是对的。因为如果他之前已经跟真达成了协议，且昨天还录了一段，今天4:20的时候他还要跟我说见面聊，我有点疯，我觉得有点颠。就我觉得你站在真的角度来说去选择一个合作对象的话，你不会选择那些你了解过少你也不知道他们什么人性的人。对，从真的视角里面，对浩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帮我设计超能符的人。对，
他有多爱钱，他现在有多欠钱，或者他哥哥跟我有没有仇，根本就不知道。对，他对我不了解，真的视角里面最好奇。我跟浩是一样的嘛，全是500万那个合同那事儿。大爷好说，买就跟他说不用还钱了。从大的角度来讲，真的视角里面，这是一个欠了我钱的人，他还了那300，我就催他赶紧还那个200。你说你账上有几万的那个发财币，你稍微卖一卖，你那200不就还了吗？是啊，是这意思，不等着呢吗？对不起啊，发财币现在他们脑海当中是会增值的，他不会轻易抛的。对，他觉得现在因为我们但凡觉得不好，他就给我们造势，告诉我什么又融资了又怎么着了，然后我们就他宁愿卖房子，他也不想轻易动他的这发财树。他拿捏我们是真的。但是如果那你知道这个币贬值了之后，那你房子也没有了。是啊，是有这个风险啊。对啊，所以你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你会最崩溃啊。你不是钱没了房子也没了。但是我那个稍微有点弱啊，我是4:40去了真房间的，首先要表态嘛，就是说那个录音里的人不是我嘛。因为我知道他不是10分钟之前发了一张那个照片嘛，就是那个他要抛售这事儿，他就根本没理我。然后就坐实了我对他的一个就是一个猜测，就是说他要套现就走了。对，你准备怎么弄呢？就是您给准备了那个开瓶器，晚上10点的时候想去找他，就再跟他说聊换钱这事儿，以这个机会进他屋里头，然后给弄了。靠你的呢，你5点半准备怎么杀呢？我原本的计划就是10点之后，然后拿那个屋里的水果刀给他弄死。就您准备这几个，谁准备用棒球棍呀？其实勋是很好收买的，因为他的目标就是钱。从真的视角里面，勋一心想着发财，且他听了我的，有了大的投入进去了。他借了1000万，但是他不知道我借了1000万。他不需要知道你勋的钱是从哪里来，他一定知道勋投了大量的钱在里面。对。这一点来讲，勋是最好拉拢的，因为利益息息相关。我不是20进去谈完话了吗？等于我30回来，我才看着弹出照片。我觉得所有的证据对我很不利。但是呢，他敢找我吗？因为他知道我只爱钱。谁找大头都不都是为了钱吗？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知道他昏迷半个小时，我可以把钥匙偷走。他的意思就是说，没必要非得到要杀人，因为勋的合作的目的就是拿钱吗？不是啊，杀了他，起码他手里的币不会跌，账户给涨了，他全吞了。对。咱们就投票吧，加油！加油！哎呀，这案呀，反转反转再反转，哎！本来以为自己是幕后大 boss， 结果只是铺垒中的一环。我先根据这件事情，是从4月1日起，真就已经跟凶手达成了一个合作。然后呢，在今天的时候呢，凶手突然改变了自己的计划，把这个糖做的假瓶子变成了真的瓶。那么这个人呢，必须是真非常信任他的，在这个计划里面是觉得他可以拿捏住对方的。所以呢，因为排除别人不可能，所以今天好像只有可能大主厨和熏上人了，原来是你，你删了我。先排除何不凡和泡泡定，现在我这只有大主厨跟辛德瑞拉。但是在一个人要假死1个小时的这个状态下，我觉得他不会相信辛德瑞拉的。那相反而我觉得大主厨是相对比较懦弱，然后比较听话，然后也比较温顺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这一票投给。大和勋其实他们俩都是图钱，那么其实图钱是最容易被拉拢的两个人。这边呢，勋是欠了1000万，大是200万加加一个房子，所以最后在大跟勋我都无法有100%的把握去锁的时候，我今天投给。不是辛德瑞拉就是勋上人，因为他一个是勋一个辛，一个他们是利欲熏心。我要投给的是勋上人，会是怎么样呢？看结果吧。棒棒棒棒棒！我坚定不移的投他。因为其他的人都是跟他有一些利益的纠葛跟背叛，只有他是最听话的，当知道的时候就起了杀心。我觉得勋上人是唯一一个跟真能行在一开始能好好沟通，能够让被说服听真能行话的人。拜拜。根据我们最后的还原，凶手需要在提前一两天就要跟甄达成这个合作的协议。那在大和勋里面，我觉得其实大更符合，因为大因为协议的问题还欠了甄200万没有还，所以甄可能更会利用大的这个把柄去迫使他跟自己达成交易，然后帮助自己。就对甄来说，大可能更容易去拿捏吧，所以我想把这票投给大主厨。哎，是你了。甄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一个骗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利益，所以我最终还是会在勋上人和大主厨之间做选择。整套逻辑盘下来，什么意思？都到了动物园了。防谁呢？这是。来，请宣布。互联网普法综艺《大侦探》第九季，谁是杀害甄能行的真凶呢？首先，公布获得零票的安全玩家。我觉得应该没人投号，好吧？我觉得你也是。我们就站在一起。啊？他们三人没投啊？获得零票的是何不凡，甄甄，何不凡肯定了。浩高定，新是完全没人投啊。辛德瑞拉，哇，果然是我们仨，就剩俩人了哈。进去吧你，进去吧你，看啥进去吧你，表情凝重。醉了，你们也是，你别演了，会不会玩啊？剩下的票数集中在大和勋之间。大勋，那不就一个人吗？对。对，进去吧你，怎么都是你。大和勋互投了对方。好意外啊！你看自投自个自放。浩高定投给了勋上人，涛不劳投给了
主厨，何不凡投给了大主厨。相对来说他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他欠了甄500万，从利益上来讲他是有可能会接受到甄的某些条件去做这件事情的，就投你了，大主厨。大主厨，他投给了我，3-2。辛德瑞拉投给其实我觉得勋，因为他这个外债的东西更多一些，投给勋上人。勋上人啊，我就说您是明眼人啊。3-3。侦探第一票投给勋上人。侦探第二票投给我是觉得以勋上人现在状态，他外面欠了那么多的钱去 all in， 他就算知道真要去砸盘反而更不构成他的杀人动机了，因为他反而会拿这个东西去跟真谈条件，就这两个人是可能达成长期合作的。然后大主厨的话呢，如果是真去跟他谈条件，也许就是会免除他剩余的债务。大发菜的账户上具体有多少钱，将来怎么操作，他也许不想透露给他的合伙人。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极度贪婪的一种选择，可能大主厨反而会知道明天他再也没有希望把那些币变现之后，冲冠一怒又产生新的杀机的那种。主厨，哇哦，平票啊，平了。请大和勋各发一轮言之后再重新投票。还投？还来？来说一下为什么不是自己来。首先刚才他说的第一个就是说要更信任一个人，两个人比起来其实来说他肯定更信任他，因为我跟真没有什么太多更深的关系了。你们不觉得就是真如果找我就这件事儿就是很奇怪吗？就是在于他找我干嘛，因为我也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他犯不上找我。你在说什么？你刚刚这个话是废话文学。你要是想解决问题，你得找这些小人。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有点奇怪的原因是在于他怎么就能信得了我，把这事儿妥妥就给办了。因为你怂是吗？对，就是我怂。他怎么就能信任我？中间就完全不怂，所有的就把这事儿给办了。而且我也会觉得很奇怪，就是在于我只是欠他了200万嘛。如果说我怂，我不会为了这个钱杀他，我反而是应该跟他说这个钱能不能平了，后边咱们再聊聊有什么别的发展。因为我是一个以和为贵的，我不是那种光机一上来就能一下给人打死那种人。所以他选你不是正对路的吗？你是以和为贵的，你是要听话的。对呀、啊，所以我更下不去手啊！如果他来找我聊的话，我就应该用另外一种方式跟他能再续长一点，看后边还有什么别的机会。首先，我想选这个凶手，一定是这个真很信任的一个人，他愿意跟他合作。我是一个圆滑又聪明、嘴伶俐的人。如果我做了这件事儿，我知道他这个秘密，他跟我合作，他会放心吗？所以他是不会找我合作的。我们并排站着，那个，然后侦探说3-2-1，如果觉得是勋上人是凶手的举左手，如果觉得是大主厨是凶手的举右手。好。OK OK。来。3-2-1。
你们俩有什么可举的？我俩不举。那其实就是各自坚持各自的呗。那就还是大老师进笼子了啊。OK。没事哦，那我进去了啊。哦，没，你没改啊，你也没改，对不对？没改，都没改，两个都没改。行，好嘞，可以，特别好。我没事，我都进来了。我犯不上。大主厨究竟是不是本案的凶手呢？无所谓了，反正我们在核心圈里嘛，选就没有跑偏。接下来我宣布本案检举。没错，我就是这一案的凶手。成功！哇！成功！哇！哇！他答应你的是什么？他答应我就是抹那二百万，不用还债，就是那两百万。就是抹那二百万，他30号就找我去聊这事儿了。然后呢，昨天不就来拍这事儿了吗？昨天那天拍一个那个先砸酒瓶的这事儿，都没有任何问题。我其实不存在任何犯罪的事情，我只是帮忙敲他一下，敲了一下。我当时就同意了。为什么今天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您那个开了那个，对，就是要不你进来待会儿。其实你是凶手，为啥呀？你发了那个，他明天要砸盘。没有，那是4:30发的。对，4:30，他就改变计划了。对，我就改了呀。他跟你说，他焦点。开心，这是不是付费啊？5元一位啊？我只问一个问题，他当时跟你解释为什么他要假死？他说他要钓鱼，他说是因为公司那个被人陷害了，所以他要钓出来那个陷害的人。他就是没有人会死，我只是想钓个鱼。OK。今天一出来，他突然说有一个录音这个事儿，就让我，因为他之前没跟我说过录音要抓卧底这事儿。后来回去刚想，然后4:30的时候又发了一个那个明天要抛售。对，你就知道事儿没有那么简单，不是钓鱼那么简单。我就感觉我又被骗了，然后呢？我只问了说咱们的计划是不是没变呀，他说没变啊，没有任何变化。反正我就觉得他没变我变了，我心里觉得这事儿你要再耍我我就受不了了。然后呢他就跟我约的是晚上7:30去河的门口集合。然后对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把他喷晕了，那个一喷急晕药，然后我就帮着一块把他绑住了嘛。绑在那边你还扇我了。山是他的剧本，我是颤抖了半天。你没看见前戏啊？哇！先给了自个儿600个嘴巴，之后才这手才。为什么扇那么顺？是因为本身已经扇匀了，然后呢，才到您那儿的这一掌。然后给您打醒了之后，然后我就是住在中间换了那个酒瓶子，真的玻璃瓶。一瓶给他打死了嘛，然后打死了之后不推你把他推晕了吗？后来有一个特别大的惊喜发现了，我本来就要掏他那个一盆急晕药，我一掏兜，我掏出来那个大发菜的那个固态密码，他换的，对，然后我就知道这有好几百亿啊，然后我就琢磨，哇，我还找捡到这么大一个事儿，我后边先看看，要怎么着，谁有那另外一半，我就没准还能拿到那几百亿，他就留下来了，对。然后如果你们找到了我这个那个 U 盘就找到了一切。然而你知道我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守本分的人，这么重要的东西我一定搁在我们传家宝的那个地方，就是我那个金勺还有个金碗。对啊，那个下边就是你那边。哎，那边金勺金碗。哎，我还真扒拉过这玩意儿。哎，他这也有干货啊，找找在里面。这里是，就这个，这是您的对吧？他给您调包了嘛？哦、对。你那个200万不但抹了，那300万那房子，我给你赎回来。哎呦喂，太好了！钱给你还了，房子肯定给家里安排。行，放心，行。这我坐牢坐的也踏实啊。哎呦，哎呀。
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有请侦探助理送上由外星人电解之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给头过大的，头过大的，然后对浩爷有一个。好，好，恭喜恭喜。好，来吧。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谢谢外星人电解质水，谢谢谢。下载百变大侦探，随时随地来探案。本节目由社交推理 APP 百变大侦探赞助播出，谢谢谢谢。去屑护头皮，当然海飞丝。本节目由海飞丝赞助播出。用动感地带芒果卡解锁会员花絮内容，破解更多谜团真相。好了，辛苦了，走了，走了，那我们就走了，走走走走啊，拜拜了，拜拜拜拜拜拜，自己待着吧。利欲熏心啊，怎么回事啊？你骗了我。白吧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主持人小齐齐思君。今天我们同样邀请到郭慧法官，好，小齐好，肖丹法官和杜素娟教授。那今天的案件呢，发生在虚拟的黄金城当中，这里物欲横流，蜂拥而至的财富信徒呢，痴迷于出卖可支配的一切，换取下一场投资的赌筹。以折叠时间、超能生活为概念的超能平台一经推出，便迅速的风靡了全城。在不久前，超能平台的大发菜官宣了以重金拍下了张不停的晚宴，抽选幸运嘉宾共赴宴席。然而宴会上发现大发菜竟然是真能行，且丧命当场。本期的合议庭，我们将会从虚拟货币金融骗局探讨关于高效生活的话题，在探索案件真相的同时，以案析法，与法同行。合议庭第八案现在开庭。那通过正片，我们也了解到受害人真提前呢与大两个人是商榷好了进行一个假死的计划，但是在计划实施的过程当中，大呢假戏真做，将真杀害，并且剪辑了视频，制造了一个假直播的事件。这整个的过程，我们还是先请法官们对于他们的行为围绕相关的法律进行一个量刑定罪，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故意杀人行为。虽然说受害人真，他之前和大两个人提前啊预谋做一个假死计划，当然这存在一个诈骗的行为，或者说预谋从事其他的一个违法犯罪，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付出了他本不应该付出的巨大的代价，就是付出了自己的生命，那么显然在这个里边，我们是应当以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来追究大的刑事责任。明白。在本案故事里面可以看到，真与何曾经恶意兜售伪劣药品哇塞丸，而超能平台成立之后呢，所兜售的也是一系列的假冒伪劣产品，这其中会涉及到哪些犯罪行为，而这具体又如何追责，也请法官为我们介绍一下。故事中的超能丸，它是以保健品的名义进行销售的。保健品的案件呢，既可能涉及到罪与废罪的区分，也可能涉及到此罪与彼罪的适用。罪与非罪的区分呢，主要是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有没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比如说行为人完全无视被害人的健康状况，造成了被害人延误了病情，遭受了身体上的损害，那我们就可以判断他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此罪与彼罪的适用呢，主要涉及到诈骗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假药罪啊、生产销售劣药罪以及虚假广告罪等等。如果超能丸符合食品的特征，那我们就可以考虑适用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以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等罪名。如果超能丸符合药品的特征，那我们就可以考虑适用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罪等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判断保健品是属于食品还是药品，一般可以通过
产品的审批文号、产品的说明是否规定有适应症啊，或者是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等外观标识进行判断。如果判断不明，可以通过经营者他是以何种名义去宣传和销售这种产品的来进行判断。另外呢，就是在实践中啊，涉及到保健品的犯罪，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现在很多传销犯罪都是打着推销保健品的名义来欺骗这些病人或者家属，来通过收取入门费啊、拉人头的方式来开展这个传销活动。在这个里边，这个保健品很有可能就是一种用来敛财的、用来传销的一个工具。这种情况呢，我们在实践中呢也都把它按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来定罪处罚。明白。刚刚我们在讲到宣传这个事情上面，其实还想请两位为我们仔细来分清楚一下，我们经常说的虚假宣传和卖假货之间具体的区分到底是有什么不同？假货呢，是指使用不真实的厂名、厂址、商标、产品名称、产品标识等等，使消费者误以为自己买到的是真货。比如20几年前，当时的名牌鞋比较贵，而人们的收入水平又比较低，有商家呢就推出来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双名牌鞋。这个呢就是属于假货，穿着舒不舒服不重要，只要鞋子上有一个很大的商标就可以了。而虚假宣传呢，是指经营者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做出与实际内容不相符的虚假宣传，让消费者呢误解的行为。比如有一些商品明明是有各种原料混合而成的，但是却对外宣传纯天然无添加等等。其实你看，我们对于虚假宣传也好，包括卖假货也好，一直都会提醒大家一定要警醒这件事情，可是总是能够看到还是不停的有人在上当受骗，因此而受到利益的一些侵害损害。也问一下杜老师，您会觉得说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呢？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个虚假宣传、虚假营销它那个底层逻辑是什么。比如说像老年人的那个保健品，他就拿捏了老年人那种我想健康。我觉得他拿捏了三个东西，第一个是他拿捏了我们的期待和渴望，第二个呢还拿捏了我们的盲区。一般都是他宣传那个东西我们没有辨别力，那这个也是我们容易上当的一个原因。第三个更重要的是，他还拿捏我们的思维弱点。思维弱点是我们每个人都比较容易相信我们想相信的东西，就是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想看见的东西。当他那些词儿一出来的时候，他迎合了我们内心的期望，哎，你就觉得哎是啊是这样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思维弱点。还有一个呢，就是从众，也是我们的思维弱点。你会发现这种虚假宣传一般会告诉你说有多少人已经选购了，会不断的给你看他的已购的那些记录什么的，这个就是在挑逗我们的从众心理。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拿捏是很厉害的。是的，现在买什么东西会看一看它的销量如何，但这种心态就被对方给拿捏住了。被拿捏了，就像我们看看那个评语啊，看评语，有的时候它评语它是假的。所以还是要一再的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在这次故事当中呢，我们还看到是通过发菜币进行炒作，然后呢，谈到虚拟货币这件事情。在法律层次上，还要请法官们为我们来讲解一下。因为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人民币是我们国家这个发行的唯一合法的货币。其他的任何以货币名或者说有货币的实质，没有货币不叫这个名字。虚拟币啊，本质上来讲，它确实是一种现代科技，本身是有一定的利用价值。但是任何一个货币啊，我们首先想，货币它是要有交换价值，上面要凝结的我们人类的劳动成果，而虚拟币它本身并没有凝结我们的劳动成果，它本身也是没有太多的一个交换价值，只是人为我给它设定一个交换价值。显然它既侵犯了我国合法的作为法定货币的人民币的这么一个地位，同时呢因为缺乏相应的监管，它没有合法身份，那么往往伴生着一些违法犯罪行为，比如说非法集资，利用它的隐蔽性的特点进行洗钱啊，转移赃款赃物。所以说呢虚拟币的发行运行一直是我们国家法律所严厉打击和规制的对象。
因为科技不断在发展，面对随时可能会出现的新鲜事物，我们该抱有一个怎样的态度去面对他们呢？虚拟货币的追逐里面，大部分人有一个思维，财富思维，他追逐的是一夜暴富，就想快速的能够发财致富啊。嗯，这违背了劳动和收入之间的公平公正的关系。如果你去信奉它，你去追逐它，这个就会对你造成伤害。比如说，第一，你会对日常劳动失去耐心。如果我可以一夜暴富，我通过日常劳动来挣取收入，这个思维就会被它攻破，你就会发现那个赌徒的心理就会到来。另外就是对财富的定义也会扭曲。所以健康的财富是什么？是印证我们的能力。你会看到有很多成功的，真正成功的人，他赚钱不是为了赚钱，他是为了达到自己的能力的一个印证。但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很多人得到财富以后，他的人生就终止了。其实这也是个伤害，就是因为财富没有作为一个能力的印证。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个虚拟货币里边的例子啊，让我们思考的还是货币里面包含的公平正义的那个逻辑在哪里，还有一个财富的功能到底是什么，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谓的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才创造财富，通过虚拟币的这种不当的发行，可以快速的短时间内聚集大量的财富。第一，这种财富属于不正当甚至不光彩的手段所获得的。第二，这是根本没有投入有价值的劳动，没有通过劳动，而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种骗取。骗取手段从不同的渠道把这个大量的财富短时间内聚集到某些人少数人的手上，那么显然没有通过劳动创造价值，那就是一种不义的财富。嗯，我觉得两句话，一个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我们追逐财富，我认为并不是一件有多么难以启齿的事情，但是你要通过合法的途径、合法的手段去获取财富。更进一步讲，更不能说利用自己的财富这种不对称的优势去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嗯，不要不义之财。在这次案件当中，我们其实还能看到一些其他的金融犯罪的影子，比如说理财类的诈骗。那也请法官们我们来科普一下，关于理财类诈骗在我国有哪些类型。投资理财类的诈骗呢，通常有三种方式。第一呢，是保本高息来宣传消费者去投资。一些不法分子呢，假借这个投资啊，推出投资理财神器，然后宣传呢，稳赚不赔，以这个高返利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去投资。第二呢，就是以这个专家内幕消息来诱导投资，比如不法分子通过社交软件把投资者都拉入一个个的小群，然后在群里就发啊，我有特殊渠道，我有内部消息，来引导消费者投资。第三呢，是以投资返利的虚假平台转移资金，比如不法分子向消费者发送虚假的链接，引导消费者下载 APP， 然后呢，在 APP 上不断地加大消费者的投资的金额，最后呢，迅速将资金转移。在这次的虚拟的故事当中，这个超能平台的概念呢，是叫做时间折叠超能生活，而它投射的其实是当下人们对于单位时间内做事效率的一个极致的追求。杜老师，对于这个背后的原因您会有什么样的看法？也追求高效是一个件好事情，为什么大家觉得不舒服啊？因为它其实里面有两个东西是本质。第一个是它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高压，或者说我们不懂得体验过程本身带来的那个充实和快乐，这个就是结果思维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不舒适的感觉。那第二点，其实这背后呢暗含着一个现在我们在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优绩主义理念，它对我们所有人提出的是一个精英标准，就是你必须做到怎样才叫优秀啊？得像那个顶级的成功人士、顶级的精英阶层，他们那种工作模式、工作方式和工作的成效，那就叫优秀。但是他们的优秀背后不只是努力，可能有所在的出身、拥有的教育资源、社会阶层资源，甚至包括自己的天赋等等。但是优绩主义他把这个精英的标准给了普通人，在这个优绩主义中是不承认普通人生活的价值的，这种对于普通人生活的价值的一个漠视，其实就会带来一个误区，所有的人都想变成精英，然后都想得到精英的那个成效，这个就会造成普通人盲目的去追求，但是可能做不到。
但我们明知道自己做不到，又不敢不努力，只要停下来休息，就会觉得有负罪感，这样就是一个高效生活，就对人越卷越紧，越压越紧，越压越紧。所以这个高效生活背后，其实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在评判一个人的生活的价值。当我们用那种顶端标准来评价的时候，我们作为普通劳动者可能就会得不到自己生活当中的价值感。虽然说结果是很重要，但是过程也非常重要。我们法律上来讲，你哪怕是你这个结果是正义的，如果你严重违反程序，严重违反诉讼法的规定，这个案子也是要被发回重审，这个案子这个证据也是要不能被采信的。所以说过程或者程序也很重要。另外一点我想说，就是努力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去接受我们自己这么一个结果，要学着接受自己。也许结果没有达到你所希望的那么一个层次，但已经很了不起了。没错，对，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总是只看着结果。之前几期我们就聊过怎么去缓解这个焦虑的问题，这其实又是一个焦虑的事件。各位老师还有哪些建议能够给到大家，说去缓解大家的这种在时间上面的焦虑，或者是在这种效率上面的焦虑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去记录时间，可以试着用文字和图片来记录下来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考试通过、外出旅行、吃到了美食、遇到了喜欢的人。这样当我们转身回顾的时候，就能清晰地看到时间流逝的轨迹，用充实感去抵抗焦虑感。没错，而且刚刚你看我们说的这些普通的人和生活当中最平凡的小事情，他们都不是那些不好的事情，他们都不是贬义的，反而普通的人和生活当中日常的小事都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说你能做到一个日常当中平凡的人已经是非常难得了，已经很棒了。所以我们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产生任何的焦虑。那今天我们的案件也就到此结束了。我们正处在一个新兴技术和事物迸发出现的时代，而我们在追求更好生活的同时，要时刻警醒自己掉入欲望的陷阱。现在我们过的生活已经非常的美好了。那再次感谢三位老师和我们的分享，谢谢大侦探何一婷，我们下一期再见。再见。大侦探九联合微博共同发起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主题活动。本季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再度升级 3.0 模式，和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七所国内知名政法高校共同诚邀全网观众一起分享讨论节目中的法律知识，以及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推动全民普法教育。上微博带话题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大侦探发布相关视频图片文字，分享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或观看大侦探何一婷特别节目的观后感，即为成功参与。优秀投稿将有机会在大侦探九节目片尾中呈现。今天我们讲了，其实涉及到一点，就是这个诈骗的这个事情。因为现在其实这也是一个社会上还是挺普遍的一个现象嘛，有很多的这个诈骗集团嘛，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然后利用人们的这个想赚钱越赚越多的这个心理。其实所有的有高回报的地方也可能会伴随着高风险，特别是某一些比如说就是我们不了解的事情，当它存在一个高利益的诱惑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才下场。其实最后真成也爱财，死也是因为他的眼界里边只有这个钱、利益和拿捏。如果你永远以金钱去衡量人心的话，那你可能最后也会失败在这上。作为我们普通的个人投资者来说，一定不要去试图去赚自己认知以外的钱。其实金融的监管我觉得不是来约束或者束缚所有的投资人的，反倒是一种保护。在监管不完善的一个情况下，所谓的投资风口啊，或者是一个机会，更应该把它当作可能是会是一些陷阱，或者是可能会有较大的风险。当然我们要把握一些商机，
然后我们也要跟进时代，我们要学习更多的理财的知识，或者是更多的金融的知识。即便是说，如果你觉得你自身力量很强大，你可以抵御这些，但是也请告诉你身边的所有人，一定要反诈。欲望这个东西就像一个潘多拉魔盒，然后你不知道自己会打开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会变得怎么样，但是你一旦打开了之后，你就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这些东西慢慢的积沙成塔，它积累起来就变成了你对道德还有底线还有很多那些善良的观念的东西就会越来越模糊，然后你对那个所谓的欲望的那个点就会越来越坚定。觉得天上没有掉馅饼的那种每天掉的好事情，就是我们耕耘的每一份收获，它都是有理由得来的，都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努力才得来的，所以就取之有道，爱之有才。嗯，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踏实的人，然后做一个脚踏实地的人。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查收节目惊喜名场面，上微博搜索节目大侦探话题页，参与更多精彩互动。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平台凤凰新闻，特别合作网易有到词典、美图秀秀、WiFi 万能钥匙、讯飞输入法、怪兽充电、火山人密室、Mist X、乌有岛密室。媒体合作：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